在观看我们的 Facebook Live、SYOK Shout Live 以及 YouTube Live 的朋友，你们也好，大家好，我是 Emily 潘碧玲，你们好啊！你们好啊！我也是很会讲客家话的哈嘎仔，点点黄振宇。Hello， 大家好，我是麦飞靠来我的大头阿 K。哎，今日呢有几个字可以形容我哋此时此刻的心情嘅，就是澎湃。热烈还有感动，感谢大家就是一路成就我们麦好玩杯羽球团体赛2022，耶、哎、非常开心，这不知不觉呢经过了这么多星期的选拔，然后还有我们的小组赛，最后半决赛来到决赛，此时此刻我相信呢，无论是在 Facebook 前面或者就是看这直播的朋友，还是现场的观众呢，大家的心情都是很激动的，对不对？尖叫声在哪里？哇、wow、哇！现场的观众真的好给力啊！这不是开玩笑啊，我感受到 Malaysia Open 的那种氛围。没错。那当然呢，大家的那个掌声还有尖叫声可以继续给力，因为接着下来我要谢谢的几个单位呢、嗯，都是帮忙成就了这一次我们整个比赛的哈，包括说。麦好玩杯羽球团体赛2022系由 Ravo 为你呈现，特别多谢 Ravo Iron Max 大马独家杀菌隔热膜获 Siri 以及 SGS 品质认证，十年保家杀菌除臭99.998%，先详情浏览 ravofilm.my。当然呢，很开心，我们今天 Ravo 的代表也来到了现场，尖叫声加掌声鼓励一下。好。你们的那个掌声要继续哦，因为接下来我们要感谢的朋友们呢，我每念一次，大家就可以帮忙的掌声一次哦。包括辛苦了我们八位顾问教练、16位 DJ 选手、16位的艺人选手，还有32位的听众选手，我们一起进行了3个星期的小组赛，再加昨天的半决赛以及今天的决赛。再来，我们要特别的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 V Smash 担任每一场赛事的专业技术人员，让我们的比赛顺利进行。还有呢，也要谢谢我们的 IOI Sports Center 赞助选手的训练场地以及比赛场地。当然，还要谢谢我们的媒体伙伴炫的跟进报道。除了呢有我们合作无间的 Ravo 代表 Adam 今天来到现场以外，还有他整个班底今天也来支持了，掌声。还有我们 V Smash 的代表也是掌声。当然呢，还有今天刻意抽出宝贵时间来到现场为我们颁奖哦，我们有马来西亚羽坛双打传奇之一，我们有陈文宏大哥。再来呢，还有我们今天 Astro 德高望重的老板们啊，都来到现场了哈。首先第一位啊，我们有 Astro 中文电台内容经理邱永新。再来，我们有 Astro 电台首席执行员，我们的 CEO Kenny Ong。多谢你哋莅临现场。当然还有我们德高望重的节目部经理叶伟良先生。在那边了。是，可以俾个大头佢啊。咁啊，當然咧，多謝曬我哋幕後每一位工作人員啦，特別提一提佢哋嘅名啦，包括有我哋嘅製作人 Vincent 哥，我哋嘅 Cindy， 仲有啊我哋嘅 Alex、Emily Fong、Tammy、Z。如果有任何甩漏嘅話，唔好意思啊，我稍後補上啊。但係多謝曬咁多位，你哋咁鼎力嘅幫忙啦，我哋喺呢4、5、6個星期先至可以進行得咁圓滿嘅。啊，當然啦，接着下来，我相信各位在看的听众还有网民们都很紧张，因为呢，上个星期我们有25位的听众 call in， 没错，猜我们的冠军队伍，而且我们的热门选手是美安跟那个杰莹，是的，猜 Team 杰莹夺冠的呢，一共有15位的听众，猜美安夺冠的呢有9位听众，那还有1位听众呢，他猜 Team Jack 夺冠，可是很抱歉 ，Sorry to say。你已经卡着 Q， 他昨天在看直播的时候就立马知道说，哎呀，这一个是他没有选中，可是勇气可嘉了哈。等会儿我们的 Team Jack Lim 呢，同样的也会进行铜牌战的，加油。那我们可以讲，如果等会儿 Team 杰莹他夺冠的话呢，他就是会有15位的听众评分，就是有333令吉。没错。那如果是 Team Mayan 9位听众夺冠的话呢，就是他们评分呐、就有555令吉。好，那我们现在在看着这个直播的观众们呢，记得把这个 live share 出去，因为即将的这一个决赛呢，一定是刺激、好看、
跟精彩。是的，没错。那当然呢，这一个三个星期的八组小组赛，也有很多的那些花絮可以跟大家分享，对不对？啊，花絮啊。啊，讲真的，其实蛮多人看的，就是注重的，就是说，哎，梅艳的 team 到底会不会夺冠？或者是杰莹会不会夺冠？但是今天我们就拭目以待。我觉得 Team 杰莹夺冠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悬念啦、啊，没有悬念啦、啊，感觉上。嗯。可是如果今天真的不小心爆冷的话，爆冷的话，那就只能够说奇迹是会发生的。是。对，我很喜欢说那一句，不到最后一刻，我们不知道冠军队伍到底是谁。是的。那我们来说一下今天的我们的这些游戏的规则了。那经过三个星期的八强小组赛呢，终于今天来到了决赛现场的观众，欢呼声在哪里？OK， 吴嘉嘉，我怕你腰骨伤啊，你不要再这样跳了。OK， 那今天这个决赛呢，就有铜牌战跟金牌战。那我先来说说铜牌战的呢，就有 Team Jacqueline vs Team Ayona。那金牌战的话呢，就有 Team Mayan vs Team 杰莹。OK， 那这次呢，同样的啦，也是三局两胜的方式了。每一个项目的单局就是21分制。出场顺序跟昨天是一样的，就是男双、女双还有混双。没错，那如果先赢两局的话呢，就直接就是胜出啦，所以是不需要打第三局的。嗯、那另外呢，半决赛跟总决赛还有这个什么？电子积分榜。哇、yeah, ，更加的专业。那现场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因为昨天确实大家有一点小害羞、含蓄这样子，所以今天。真的是最后来支持我们的铜牌战跟金牌战了，把你所有的力气都放出来好不好？我们现在斯咖喱全部人在场的，只要你是个人，就请你以最大声的欢呼声来3、2、1、yeah. 能量非常好，非常好，这个能量是很好的。哎，来停一停，先停一停，来停停停 stop。等定了，先有一点难收了。原因为何呢？因为今天来到决赛，只有我们三位是不行的。嗯，我们要请专业的球评来到现场。哎，现在以最热烈的尖叫声加掌声，欢迎我们大马第一女单，有的是吴锦薇、郭金蔚。哇哦！哇哦，小姐姐，郭金蔚，郭金蔚，郭金蔚。好。小姐姐，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吴小妹。是吴小妹呢？她看着林德荣大哥的眼神有一点迷茫，因为之前在卖我有新人，德荣大哥就因为要 prank 你的关系，啊，就有骂了你几句哦。所以我想要支持那个 team， 可是那个 team 有裴勇在。哦，裴勇怎么啦？有他在。就不想要支持他吗？对。好啊，那无论如何，我们铜牌战现在大家相信已经准备就绪了哈。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呢、啊、的混战依然跟昨天一样精彩，因为很多是有私人恩怨的。哎呦，就比方说陈培勇和蔡长乐，不要看他们表面上好像很好朋友，私底下酝酿不和，酝酿已久，是吗？哎呦，要攀上来台上讲啊，原来。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要来谢谢我们的 We Smash 的这些裁判呢、啊，还有四位的边线员都已经到场上了，所以接下来先有这个铜牌战，我们来介绍一下双方的队伍还有队员。就先说吧，左边的我们的 Team Jacqueline， 我得要荣休啦。哎、嗯，那说到 Team Jacqueline 的话呢，我们在这边镜头看到我们 Team Jacqueline 大哥走来走去，非常的忙。你看我们两个队长开始 battle 了，来 battle 了。所以今天林德荣是会下场吗？德荣今天会不会下场呢？他是没有下场的。哦，too bad。OK， 那我们先看看 Team Jacqueline 这一边啊。我们首先呢有我们的这个队长，我们有 Team Jacqueline 德荣大哥。好，那站在他后面的呢有我们的李翔哥，然后再来呢综艺感满满的这个长乐。好，接下来呢我们来一一的来介绍给大家。那队员呢包括了有邱诗琳 Apple 邱诗琳，然后呢有 Yun Siu Ting， 哇，哈哈哈哈，还有丹苏琳，还有我们的 Sean， 哇，全部都非常非常的刺激。好，
OK， 好，那当然呢 ，Team Jack Lim 其实他的副队长就是彤彤啦，今天没过来。然后呢，他们的顾问教练就是 Go Liu Ying 的。好，看到呢，右边就是 Team Yun。哇！首先先说 Team Yun 的顾问教练就是 Ong Yu Sin， 然后队长就是吴佳润。呜呼！副队长有陈培勇。选手呢，就是有好人朱浩仁，而且他今天特别染了一个，哇，那个头发。我刚才看他走进来的时候，我跟金英讲，哎，金英有靓仔，有靓仔，一看，哎，好人来的，那也还是靓仔的啦，只是也是帅的。好，下一位有朱彪，好的，有我们的听众选手魁威信，再来有这一位，最近笑很多了哈，他叫做杨威风。下一位昨天很有霸气，一直哈哈哈的裴依林，裴依。还有这一位，一来就一支嘛，拉筋拉到很厉害的蔡欣儿。呜呼呼，好的，我们介绍了今天的铜牌战，就是 Team Jacqueline versus Team Yun 之后呢，还其他的选手可以小休息一下。然后请我们的男双来准备抽签了哈。好，现在我们要去抽签了。哇，我现在看到现场的观众，还有现场的所有人呢，都在为他们欢呼哎。好多 button 哦。哎，真的 button。啊，场外的 Mac 来。这时候呢，因为我刚刚就有听到我们的锦威，他有提到说，其实有很多都是来自槟城的朋友嘛。是。你都非常熟悉他们的实力吗？都蛮熟悉，都非常的强。所以今天如果就你这样子看，两方就双方的选手，哪一组比较有机会夺得铜牌呢？不敢讲。而且右边这边。哦，就是 Team Yun。Team Yun。哦，原因为何？实力很强哦。啊，所以其实一般上你一看的话，你觉得战略比较重要还是实力比较重要？讲真真啊，在打羽球这件事情啊。气势比较重要，就看当下。哦，哪一组当下看起来比较有气势呢？Team Yun 比较有气势，感觉。哦，哇哦 ，OK。那我看到吴佳佳就心情很好啦，因为这样子，因为昨天啊就失了进决赛的资格，就有点神啊。听说他跟他昨天的拍档陈培勇已经决裂。对，那今天呢，我们两组男双来，要不要介绍一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男双哈。那我们先说一下 Team Jack Lim 的。是的。那我们有喜感满满的长乐啦。那昨天有看到他来了一个 MVP， 就那个反手拍。我说声称昨天 MVP 来一个反手杀，给他赢了那粒球。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有李翔大哥啦。那他也是非常努力的，为了这个比赛呢，不断的练球。所以我们今天期待一下，今天这个男双他们对垒 Team Yun 的话，会不会带来一个惊喜给我们呢？哎、可以敬请期待一下。而且今天我们男双其实也是兄弟之战，对，就是陈培勇 versus 这个长乐，他们平时私底下好像很好这样子。对，感情很好。今天上场了。应该就是那种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因为昨天长乐他其中对垒到了就是 Team 结营的林七 Win 嘛，林七 Win 的实力是怎样大家都懂的啦，可是长乐虽然说跟他没有在一个水平线上，裴勇在场外不断的为他呐喊打气，是，然后就说输不用紧，摔最重要。他真的有几粒球真的摔到，真的有摔到。OK， 那今天呢，就 Team Yun 确实跟昨天的排法有些不一样了。因为自从阿Yun跟裴勇决裂了之后，裴勇就被拉出来，然后去搭上这一个尾胜，就学员对上自己跟自己的教练做搭档。啊，其实也 OK 啦。之前他们两位也曾经搭档过，是，可是那时候就不小心输了哈。啊，那时候对我们对对对 Team Marky 啊，希望今天能够扭转整个局面呢、啊。哎，我们的锦威吴小妹啦，你这样子看的话，听说看练球哦，就可以看到大家的实力去到怎样哦，是吗？没有，因为我很少看他们这样认真，包括长乐每次都是很玩玩下这样子、啊，玩下，然后裴勇也是玩玩这样子，所以抓不到他们真正的实力。可是他们对待这一场比赛非常认真哦。哦，两分钟的练习到了哈。好，好，
那两分钟的热身时间到了，那非常刺激的第一场男双要开始了，全场的欢呼声。阿弟，看看说我们的这个 Team Yun 啊，伟生今天是昨天哎不这几天啊，我们都一直讲说他是个教练，今天在场上也特别的紧张，是，因为他很多的学生也会在看直播，就期待说我的教练会不会真的拿下这一个铜牌的部分。而且我必须得讲一下，伟盛昨天的那个 form 是非常的稳的，是，而且跟他的他昨天跟伟峰的默契很好，对，默契很好，但今天换了裴勇，默契会不会继续嘞？应该可以吧？伟盛，你有信心吗？伟盛，有信心吗？有哈 ，OK。哦，伟盛没有裴勇在，比较有信心。啊，没事，裴勇加油，加油。没事，裴勇不要太在意哦。Ladies and gentlemen, Marai Team Jet In, set up by Chang De and Li Xiang. And Amala Tin Yu, set up by Wei Sheng and Pei Yong. Team Jet In to Su, Chang De to Pei Yong, Lao Wu.One love， 什么情况呢？这个是什么情况？是拿下一分了，头发后场。哦，这是头后场。哦，可以帮。是啊。哦。这些目前的成绩呢是1-1。One oh。没过网。Two one。怎么样？给我们的球技还行吗？有一点吓到我。为什么？有点惊呆，还是有技术是好的，还有哦。哦。裴勇是有技术在的哦，不能称赞，不能一称赞就垮就垮了。所以整体实力这样子看的话。陈培勇和蔡长乐之间，谁技高一筹？感觉培勇。感觉培勇啊，哦，哇，培勇帅。哦，下面你被称赞了，他不能被称赞。OK。我们给他一下压力啊。发生在尾声。身上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哎，刚刚那粒球。哇！啊！这粒球是硬的。5-2。所以 Team Jack Lin 呢是以5-4领先。嗯。好，下面到吧。感觉上哦 ，Team Yun 今天打得小心翼翼，因为裴勇感觉上没有昨天放得这么开。哦，那球是过了，真的。6-5。6-0。
谁说好吗？长乐打了这么多场，这一场才真正的豁出去耶，原来长乐有实力的我。而且他今天打到很放开，没有什么压力。但是我觉得今天长乐打得很帅。所以目前呢是金元8-7领先。下比赛吧。长乐今天大爆发哎 ，MVP 今天的长乐非常有攻击性，是他跟昨天完完全全是，跟昨天很被动。其实前几场他都比较被动一些。那时候可能信心还没有积累上来，可能还看到裴勇在对面。下比赛吧 ，9-8。好，目前阿元呢的 team 是以9-8领先。好 ，Andreas。10-8。发生了什么事情 ？OK， 其实呢，刚刚他开球的时候去到了 wrong。wrong call。对，现在呢，分数上需要调整。但是。因为是所以羽球教练对于规则上各规矩还是比较清楚一点。好帅，我觉得裴勇做的这个动作非常的公平，很大方。Gentlemen。来了。下面抓吧。技术含量还行吗？非常有技术含量吗？有一点像指甲。啊？有一点像指甲。哦，反手上哦。这是他讲他自己是沙巴李子嘉陈佩蓉沙巴沙巴这个麦顶好 11-9 来到了11分中场换场有人说今天是长乐发挥的最正常的一次确实哎，今天长乐的整个人的那个气场都在那一边对因为平时的他我在看他练球的时候我是觉得他是一个能打之人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下场的时候可能有很多限制就让他没有办法完全发挥会有这种情况吗顾小妹所以羽球手之间因为训练跟比赛真的是两回事有些人训练得很好可是比赛就是发挥不出来，而有些是像比赛算 tournament player， 就是说比赛打得非常好，可是训练真的是很烂的那种。哦，可以这样打。哦，可能像可能长乐他昨天打得不是很好，所以今天他就那个心理的包袱没有这样重啊，就不能再更差了。对对对。要往上冲，所以心态就很重要。而且我必须得说，长乐呢。他一向来的羽球实力都备受认同嘛，可是之前从小组赛开始，来到昨天半决赛，他未曾赢过一场，今天怎么样也要扳回一局，来顾一顾自己的面子啊。而且我今天觉得，就长乐整个他的那个气啊很集中，因为平时看到可能说他赢了一球之后，他会整个松懈下来，可是他今天是从刚才第一分到现在，我还没有 feel 到他那种。对对对，不会有软下来的那种感觉，很投入啊，打到。那吴小妹，你觉得陈培勇今天表现如何？来，前11分有一点紧，就是他的实力还没有真正的打出来，可能现在比较热了，可能后10分可能会比较好比较好一点，比较好。他可能还有心理阴影，面积还很大啦，因为昨天关键局的时候。就是因为他跟阿韵没有守住最后的关键几分，没有办法晋级决赛嘛。所以今天他就说我一定要夺回这一分。真的，他应该会，如果今天没有办法夺铜牌的话，他会从此挂牌。
哦，好，他也退出羽坛吗？你为什么帮他宣布了这件事情？陈佩蓉挂牌，你们想不想看？可是他很 gentleman guy 那一份。对对对对 对, 對。其实讲真，我刚刚那粒球呢，我真的我对裴勇的那个形象更加的加分。虽然平时我们一直酸他啦，但是呢，刚刚那粒球真的大方。刚好又真的 gentleman 的，平时只是为了节目效果嘛。可是来到体育场上，大家还是要本着体育精神啊哈。好，好，现在呢即将要开始我们男双下半场的这个比赛，两边都是人的这个 Mac Line， 对 ，Seven Nine Eight， 好的。Team Jacqueline versus Team Boone. 当了，当了，当了，当。啊，没过网。Twelve nine. 压力。这轮流送分的环节吗 ？Ten twelve.Service over. 30-10. 哎呦！啊，没过了。Service over. 11-13. 大家节奏都好像找不对这样子哦。哎呦，知道没知道吧？一直跟网过不去，对，一直跟网过不去是怎样啊？有一点着急，他们想要拍杀死对方。对，就对。哎，哦，我 ，OK， 帅哥，知道吗？我们看不到，等下呢，后期艾琳都会艾琳掉那个画面。不好意思哦，我们家陈佩蓉，你看啊，尤尼已经跌坐在地上了，这个画面 unbelievable。哦，再来招吧。所以看得出来，双方都开始着急了。着急有时候反而不是制胜的关键哦。嗯。五。哇、wow, 不过网 OK 长乐有 try to very best OK 现在目前呢有四分之差 Team 原比以16-12领先，这是很少看到陈佩蓉这么认真，没有我跟他打过球哦，真的啊，哦对对对对对，有一次今天认真的网友们都在称赞他，讲他很帅 Oh my god，他是有一点帅，真的假的？可是哎，放下球拍就不帅了。其实在挥洒一点汗水的时候，哇，更帅，威出来了，味道都浓浓的出来了。哦，球好。17，哇，17-12了。82。好，其实呢分数拉得有点开了，现在有六分之差。开始抛开喽。哦。佩蓉应该是觉得自己领先太多分了，所以开始送分。唐哥这个时候是要保持帅。好，以目前的分数来看呢 ，Team 原是19分领先，那其实这个差距有点大了。好，out 了。好 ，match point 啊 ，20， match point 30。很猛，很凶，有酸味。
来经历。我觉得这就是体育精神，不管对方需要多少分呢，还是尽力的拿下你的球。15-20 虽然说领先五分要逆转有点难啊。哇，他的招牌反手杀。好，好了。好，从这一边呢，第一场 Team Yun以21-15拿下第一个男双，恭喜 Team Yun 先拿下一局。可是也得提一提啦，场二是这么多场里头，这一场表现得最精彩。最重要是这样子啊，有完全放开心里的包袱。对啊，有把那个东西打出来比较重要。嗯，那吴小妹，你这样子看的话，刚两组就比较出圈的，应该就是我们的伟胜还有裴勇那一组了吧？没有啦，其实另外一边也打得很好，两边都打得很好。哦，是哦，就那个对抗是，他们其实还是有那个张力在啊。对，只是可能后面被抛开太远了，然后影响到他们的气势一点。OK， 那其实被抛开很远这个哦，我常常是很想问这个问题，就女球手啦，在场上如果比分被大比数抛离的时候，真的会影响那个心情吗？看个人吧，因为。上个星期我是这样子输掉我的球的。哦，是啊。我领先那个日本的对手11-4。OK。第二局，然后直接被抛开，21-16，我就输掉。然后第三局也是一样，领先11-4。OK。又再输一样。所以有时候就是如果心理素质啊，心态不是很好。OK。嗯。哦，所以那个斗志要很顽强，才可以将一场比赛就是最终胜利获得给自己，对不对？对，就 mental 很重要，往往可能有时候比那个 physical 还要重要。嗯，是。对，所以我之前就常常有听一种说法哦，他们讲说在场外啦，你看你的技巧啊、你的技能啊、你的实力啊，其实不代表一切，因为进到场内的时候，反而你的那个心理素质还有抗压性是更重要一些，是吗？抗压很重要，不管领先还是落后。你要保就是很 consistent， 你要起伏不可以太大，是，所以是整体的那种连呼吸你都要一直 keep 着是在正确的那一个轨道上面的。对 ，OK， 虽然说我不是一个打羽毛球厉害的人，但是我可以领悟到。哎，但打羽毛球厉害的人，你厉害可以直接拿掉。OK， 就是我，我是一个不会打羽毛球的人，很差的人。Okay, okay, 好像跟我之前上舞台的那个感觉是一模一样的。其实你上舞台表演的时候呢，如果你的抗压能力，或者是你是 enjoy 那个过程的话，确实就不会说我后期好 hip 强，有没有？嗯。所以我是蛮赞同你刚刚所说的话的。享受过程。一定要享受那个过程，不然的话呢，真的会被自己的那种心理压力而让到自己发挥不到。其实我觉得和恐惧共存那样，没错，因为一点点的恐惧的话，它反而会变成你的动力，对，还有压力就推动你向前走这样子。虽然我们每天讲说哎，你要享受这个比赛，享受这个比赛，可是我绝对是明白说你上到去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享受是好难走头的。羽球员还是很难呐，讲真，真的，我还是拿麦好了。我之前也是讲享受啊，结果上到去腿软，完全腿软的境界。是，那我相信大家都很期待哦，因为这一次的铜牌战呢，据闻呐 ，Team Yun 还有 Team Jack Lim 是就比较实力相当，就有的打的，就是女双的这一场嘛，啊、哦，是吗？因为我看到祖威好像要下场哦。是的，而且我们是下混双是吗？第三是女双，主标不是女双、啊、哦，女双啊，不是女双吧？如果主标是女双的话，那实力没错，对，主标是在女双。哦，哇哦，是是是，我收回我那句话，就实力相当的那句话。好的，我们的裁判已经在场上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可以准备呢，Team Jack Lim 还有 Team Yun 的女双代表了哈。没错，我看到说啊，Yun在跟馨儿做这个思想工作，他已经把他拉到一个小角落，然后跟他妈妈这么我这么哎 ，OK。而且我觉得阿云做得很对的一个事情，你知道什么？就是他的队员在打球的时候，他就是有一句话一定会出来的，杀！他就是要给他的队员一个信心，杀！对，很有气势的杀！如果他是你教练的话啦，这样杀可以鼓动到你吗，吴小妹？我应该不会听他的话。
阿弟 ，OK， 那我们先请女双的代表出来吧。好，双方的女双的代表可以出场来抽签了。Team Jacqueline 派出的就是 Celine 还有 Melissa， 然后 Team Yun 派出的是欣儿以及 Zubia。好，现在呢，马上就要开始这个抽签。OK， 我帮忙网友念出这个信息。Amy Lu 他说 ：“Zubia 加油！”确实，我觉得现在目前 Zubia 来说，可能他会比较压力。因为对手确实强，但是呢，我相信他一定会尽全力的去打。其实他进步很多，刚刚他在热身的时候，我有去偷看，伟盛一直有在帮他练球，然后真的从一开始，我们之前在这里练球的时候，朱彪很多是球接不到，可是今天我看到那种往前球啊，然后啊后面哇超有力的，整个进步很多，比杰英更厉害了。我觉得要给他一点信心，朱彪，如果你听到的话呢，很多人在网上呢为你加油。而且我觉得有难能可贵的一点呢、啊，上一次他打比赛的时候，他边打边哭，哎，对，主要咯，为什么？因为就很紧张啊，然后就很怕当老鼠屎，因为我之前下场的时候我也是有这种感觉。我已经不相信你们麦的话了，为什么？我感觉都在心痒了，真的，不是真的，是真的，真的啦，没有啦，怕是真的，可是我们还是可以将它变成心痒的元素啦。好，那我们赶快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吧，说说呢我们的这一个听众选手还有艺人选手。好，那我先来介绍 Team Jack Lim 的，那女双呢派出的代表有 Dan Siu Lin 还有 Yun Siu Ting。 OK， 然后呢 Team Yun 的就是有 Zubia 以及蔡欣儿。 OK， 那说到他们的这个 performance 的话呢，那说到昨天哦，确实 Team Jack Lim 的这两位 Dan Siu Lin 跟 Yun Siu Ting 呢，他们的 form 的默契是在那一边的，而且我们私底下有讨论到呢，昨天他们在对垒对方的女双的时候呢，他们在中场的时候就看到对方，哎，我可以换一块策略，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有这个经验之谈，所以在球场上呢，他们是有默契的。而且昨天他们其实球速很快，对，可以说是数一数二，在麦好玩杯里头最强的女双。是，他们基本上那个补位的部分啊，默契啊，然后。在难的球，你看 Melissa 昨天都做得非常好。是，那我们好奇问一问吴小妹，因为其实哦，我们之前都有听说过，你打不同的比方说混双啊、女双啊、男双啊，你要注意的都不一样嘛。那其实打女双有什么是必须要特别注意的，还是有什么制胜的关键吗？女双的话比较注重在体力，因为那个 rally 很多，所以你要第一体力就很。就要很重要，对，那个是基础。然后你体力有了过后，你才能去想战术，哦，对吧？对，那个是过后的事情。OK， ready to play。哇哦，原来是这样。那两分钟的热身已经准备好了。好，我们就看哦，原来体力是关键哦。体力是关键。体力是关键哦。因为女双比较不容易打死。因为女生的杀伤力比较强，所以耐力很重要。好。好，我们老实说了，之前我们看比较多拍的也真的是女双了，就是她来回都比较多拍一点。女双的话，好，我们马上就要进行我们接下来的女双的对垒。那我们再来说一下 ，Team Jacqueline 派出的呢是 Dan Siu Lin 跟 Yun Siu Ting， 而 Team Yun 的有 Chua Xin Er 还有 Zubia。Ladies and gentlemen, 如果说 Team Yun 这次拿到的话，就直接拿铜牌了。Represented by Chua Xin Er and Zubia. And 那讲真呢，其实从目前的这个牌阵所看，很大可能是会进到第三场决赛。Team Yun to serve.Chua Xin Er to Yu Xin Ting level play. Yeah. 好，这粒球 out 了。One love.
了。Love。过往有没有注意到一个情况 ？Team Yun 呢，几乎80%的球都是馨儿在打。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策略，嗯，策略是一个策略。完全可以感受到说体力的重要，真的嘞，对，尤其是说要 cover 你对手的时候，你要，所以馨儿她本来就是很擅长打女双嘛，她以前是女单，换去女双，所以在这个时候她就可以起到保护队友的作用，对，可是体力哦，看能不能撑到最后吧，因为她跑的范围很大。4-2 over 3-4，虽然感觉上像是一打二啦，可是感觉 Team Yun 也未必会输哦。然后必须得称赞一下馨儿，啊，真的是全场都在跑，全场都在跑。哦！这一场的 MVP 非馨儿莫属，真的。太厉害了！可以拍手了吗？啊？可以拍手了吗？可以。我想站起来。微微。好球！好球！好球！现场很多观众都被馨儿圈粉哦，一打二，他真的，我已经被圈粉了。五分 ，6-4，哎，好像拉后一下，因为刚才真的很喘。OK， 其实从刚刚那一球看到呢，确实馨儿，我觉得今天绝对是这一场的 MVP， 因为他顾完了全场，而且呢 cover Zubia， 而 Zubia 我觉得他们的策略非常的明确，就如果是打前球的话呢，他就尽量把它打过网就好了，可以接到就接喽，接不到的话可以过网就过网。可是直到目前为止，我好像还没有看到 Zubia 打过一粒球啊，有啦，有接了几粒啦。OK OK OK。其实呢，从刚刚开始可以看到他们对方换的策略，他们稍微就是会打前面的球，打给主将。他现在在做的是调动，一直在左右左右，就是在消耗这馨儿，消耗对方。他们在消耗我们的馨儿的体力。是是是。很棒了啦，很棒了，已经很棒了。说真的，他发球很快。好。真的 ，Team Jack Lim 的这两位，他们的速度真的很快。因为从昨天他们对上 Team 杰英的时候，杰英也是跑到很累。杰英讲说你有点难以快速的回应。招架。对。Yeah。到了，你很明显有立场哦，我现在。五分 ，five ten。好，今天我确实被馨儿给圈粉了。等下也会被别人圈粉。好，这粒球到了 ，eleven five。所以目前的分数呢是 Team Jack Lim 以11-5优先，那来到了中场的换场。那我们说一下。其实刚刚这一场比赛呢，毕竟他们的实力的相差是有距离的，就不在同一个线上了。可是你可以看到馨儿真的很强，因为几乎是以一打二的姿态在打球。那当然 Zubia 他也扮演了一个非常好的角色啦。对对对，因为很多时候你当队友，当你知道自己的弱点在哪里的话呢，你就尽量不去碰球，反而是好的，会可以这样子讲吗？就很清楚自己的
位置。对，然后把自己本分做好，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就战略啦。可是到底馨儿的体力能不能够撑到最后呢？撑到最后，这个也是一个疑问。我觉得现在可以准备一下能量饮料啊，那些的 standby 给馨儿。我觉得我需要请他一点。可以了，没有，我左右两位感觉像都像被他圈粉了。我已经被圈粉了。对，因为他一个人要招架两个球速这么厉害的人，真的是不容易。所以吴小妹讲真真，你觉得我们馨儿和淑啊有机会拿下这一局吗？ 20 seconds 20 seconds，可以尽全力啦哈，就尽量尽全力就好了，尽量尽量，尽量谢谢你们帮我说话。我觉得我们现场的所有观众需要给他们打气一下，耶、yeah! ！那必须得称赞呢、啊、Team 云的女双呢，虽然说遇到了强敌，但是他们也没有输到自己的阵容，努力的拿下每一分。是的，现在已经是呢 Team Jacqueline versus Team 云是11-5。Play. Oh. Good try, good try. 12-5. Wow. 好狠哦，刚刚那粒球。抓紧那个时机，很快。Good try. 5. 有开始想要尝试了哈。没那么简单。加油加油。多拍的其中一环，对，他们的韧性很强哦。好，16-5，17吧。馨儿开始有点疲态了吧？因为他还是人的，认真。好，有努力的去尝试。那现在目前呢 ，Team Jacqueline 是以18-5优先，这个分数差距有点大，所以呢，我觉得很快会迎来第三局的这个比分。18-18。我真的很想下场给他一个拥抱。你可以在场后做这件事情，你放心。Good try, good try.That was over 19-6. 喂，开始送分哦。That was over 7-19. 朱彪球拍要拿好，朱彪。Yeah. OK， 他这粒球是接到了，已经很好了。Over. 如果往下压的话，那就更好了。Match point. Seven.8-20，至少不要 under ten 嘛，啊？我们试试看有没有办法不 under ten。Game。所以目前 Team Jacqueline 还有 Team Yun 是1-1，所以呢混双的选手就要准备喽。各自拿下了一局，刚刚就也很明显啦，我们两队的女双因为实力就不在同一个线上嘛。所以也很难去评，而且我觉得朱亚也展现了一个怎么说呢，选手的风度。是我们其实这一次哦参加麦好文杯啦，有很多的 KOL 选手，他们都是第一次接触羽球，就比方说朱亚，
如果 Zuvian 哦，他从开始拿球拍，你不要看我。也是啊，你也是第一次。我也是。我们其实我们三个都是第一次。的确的确，我的羽球是打得很烂呐，现在也依然烂，我会加油的。明年有第二届。哎，这么快透露。OK， 讲到 Zuvian 的话，如果我们就真的拍一个 view 哦，见证他一路以来的成长，你可以看到，这运动呢真的是可以勾起很多人的一个共鸣，是。然后一个想要更努力的一个决心。没错。因为很多时候呢，如果我们不是因为这个比赛的话，我们就根本不会拿起球拍。对，所以真的感谢 Zuvian， 虽然说 这一次也就表现得算是中规中矩了，可是我觉得他也已经尽全力了。我觉得双方都提倡到这个体育的精神。是。那 Team Jet Lim 呢，我觉得他们提倡到就是说他们的实力强，但是呢他们也不轻敌。对。所以呢就是给予对方了一个信心。那同时间呢也称赞一下 Team Yun 的，因为 Zuvia 他很懂得自己的角色是什么，他就稳固他自己的角色，而心儿这一次我真心被他圈粉了，有点心动的感觉。那种话你就不要留在这个，他从刚才其实已经讲到现在了，一直在讲，可以去麦后讲的，是因为黄正宇先生已经跟你说了，你可以去到后台去做你想做的事。是，没有人想要知道你对谁心动。好，我们所有观众都为他加油打气了。是的，甚至是说线上的朋友了，大家都在那边呢说，哎，其实祖辈你做得很好。其实我发现到说，尤其是我们不会打球的人呢，哈，在这一次比赛里面有被激起那种想要练好羽球，不想要成为投水杆。没有了，不要当老鼠屎啦，这是我们的共同默契。对对对，因为都是我们的队友在 cover 我们嘛，所以我们真的是很努力在学好做好本分，懂得放弃球这件事情。就是什么精神呢？吴小妹精神哦，打不死的精神嘛，是不是？谢谢，我有学习耶。他给他一个微笑，谢谢你。不是尴尬。真的嘞？讲真话的吗？没有，我看到很多 KOL 他们从不会不懂羽毛球这个东西，然后慢慢去学，可以看到那个进步其实是很快的。是，对。陈培勇还专程请了教练来训练他的反手杀嘞。看起来的效果没有很有啦，他有拍了一个 video 啦，就拿了30个 take， 都很认真哦。对对对对，都很认真，都很认真哦。哦，那等会金牌战更认真，更认真啊！因为我们的秉云也是花了一些时间去苦练他的羽球技巧啊。是的哈，那现场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裁判跟边线员已经进场 stand by 了，所以呢，即将迎来这个混双战的混双。哇，这一场就刺激了。因为就能看谁有这个关键战的这个比赛之下呢拿下这个铜牌。是的。那我们看到这个互相的这个混双呢可以进场去抽签。那我们来先说介绍一下接下来出场的这个人选吧。好，那讲到 Team Jet Lim 的话呢，我们有 Sean 还有 Apple。 哦，李荣浩，大马李荣浩。而且就是很多人在场的，包括之前的韩小爱都说 Sean 绝对是一位帅哥之中的帅哥。但是呢他今天除了颜值，其实呢他的实力也是非常强。是因为像昨天他们对垒的是Team 结营嘛，对不对？他们两位其实配合得非常的好。是大家都有吓到说哇 Apple 耳闻很厉害，正式见到了之后真的非常的强。对，他们有为这个最多国手云集的 Team 结营带来一定的冲击啊，这已经很难了。而且我得说一下，就是我们的 Wing Siu， 其实他站在那边的，我觉得他就是稳固整个气势，你知道吗？他给予他的队员们一个很大的信心。还是很像那种我们看戏里头的总教练，就是我们看正式比赛啊，那总会跟你说打两串，有攻他两次那种，他的气场很强啊。OK， 然后看到说 Team Yun 的呢，就是派出了这堆，我觉得他们的杀伤力很大。就有微风，还有佩翼。好，那我先提醒一下，就是双方的队员都可以进行抽签了。好，哎。先说一说佩翼，佩翼可以去抽签了。来，佩翼昨天的那个狠劲，我还历历在目。他就是扯杯对手的那种，而且他很凶。那个表情，扯杯是什么？就是来这样子。对，他很瞪，很凶的瞪对手，吓到我。而且他有发出声音，啪！真的是吓到。所以真的有用吗？就是表情管理啊，用气势去压倒，甚至碾压对方，这一招是有用的。有，好像马林，就一些呐喊啊，都可以。
提升自己的信心。对，嗯 ，OK， 哇哦，没错。那刚刚介绍了玩 Team Jacqueline 的，那他们现在进行着抽签的当中。那说刚刚说到大喊的话呢，确实如果我进场的话，虽然说我不是一个很厉害打羽毛球的人。是，但是我都会尽量的每一球喊出来。其实我喊出的并不是那个实力，喊出的是稳住自己的心，真的是要稳自己。你们不觉得喊的时候会更消耗自己体力吗？我认真想要问这题，会不会吗？就觉得哈这样子，应该还好吧？对啊，哈。他也只是一个哈罢了，他应该不会消耗到太多的。因为你知道我们平时是惜字如金的，就感觉像我们就很精准，需要讲话的时候才会讲。每个人就不一样啦，可能每个人发出的哈的那个用意不一样，也不一样。像我自己哈是因为我只是想要阿 K 顶地雷哈这样子。那吴小妹你会哈吗？我很少喊，所以你打球的时候不喊，因为我觉得是很消费我体力啊，是不是？是不是？来拜拜。那你看，因为我们体力不好，所以只能能省就省了。哦，所以你是会忍住那个哈，久久喊一次，久久喊一次，到关键时刻就很激动的时候，或者是赢了爽哈，要凶对方的时候，哈，跟你死过。现在你可以看到说两组呢在热身当中，然后我们也来大略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基本上从小组赛。都一直很了解他们的实力，他们的抖，他们的最佳成绩是什么了。那刚刚我就介绍过了，就是 Team Jacqueline 的有 Sean 跟 Apple。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讲讲 Team Yun 的。是的，裴一就是一个 Victor Malaysia International Series 2018 Women Double Champion 呢。然后呢，伟胜呢，同样的他也是这个 Kejohanan Sugan Mahasiswa Zone Wilayah 2016 Men's Double Champion。因为伟峰听说他就是一个。就习惯了打混双，对对对，所以他们讲他是那种一直都在对的轨道上面，对位置上面，他都知道他自己要站哪里，要怎么去打走位，对对对。他从第一次配阿云的时候，我就对他印象非常的深，对对对，而且他江湖传闻啦，就现场的每一位球员，你大概都知道他的来历，是只有他。你不懂他从哪来，你也不知道他的球技到底是怎么练回来的，所以这种人才深不可测。哎，这种是点点哦，真的，我突然间来一个大爆发。就像第一场小组赛的时候，我们已经吓到了。对啊，我们说哇，那个伟峰从哪里来的？他就是 cover 而已。完全，他第一场的时候是毫无表情，他根本就是用球技吓到我们。我们看武侠小说里头。突然间出现的世外高人是突然间真的，其实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吗？因为好像锦威，你自小就是打羽球长大嘛，感觉上就羽球圈里头所有的高手，你应该都认识遍了吧？对，哦，就没有看过他就没有看过他，是不是啊？世外高人来的这个，他默默在家里对墙壁练100次每天，然后墙壁都已经裂了，真唔真吓你一惊嗰啲对。如来神掌就是这样子练成的哦。哎，要笑了，我们做卡。哦，关键战啦，到底谁会拿下铜牌呢？真的觉得好刺激。那现在目前呢，迎来的就是这个双方的混双。很多人都说 Apple 加油。那 Apple 我们还可以介绍一下他的来历啦，因为我认识他，他就是一个很会唱歌的人。歌手。可是就自从我们。就是有很多人知道我们有举办麦好玩杯，然后我们的豆李宗伟他就问说 Apple 到底在哪一队，我说怎么啦，他说他在哪一队基本上哪一队稳赢。哦，多么高的一个赞赏。可以知道，我们拭目以待他的这个表现。 Ladies and gentlemen, Amarai Team Jacqueline Defeated by Go Zi Chan and Apple Go and AmaraiTeam Yun, instead by Yi Wei Fong and Pei Yi Lim Pei Yi. Team Yun to serve, Pei Yi Lim Pei Yi to Go Zi Chan, Lao Wu, play. Wow! 所谓世外高人就是这样子啊。真的是面无表情啊。真的，淡定。球速好快！哎呦！Serve is over. One, two.
来看的直播朋友也可以来留言哈，你们现在是 support 的是 Team Jacqueline 还是 Team Win 呢？哦。有得打哦，这一局。紧张。Apple 姐很强哎，我有点吓到我，这样的高手在这里。是，林金有高手。Apple 除了唱歌厉害，他球技也真的很顶。哦。下回招吧。我想说，这个马来西亚的李荣浩也非常强。是，小李荣浩今天也是很大爆发哎。真的。务必要拿下铜牌就对了。哦，下面抓吧。好，其实呢，分数都非常的接近，这个球赛精彩。双方球速都很快啊。我看到我们的吴小妹，她已经是目瞪口呆，真的有点吓到我。有没有想要下场一起打？我有点想要打了，感觉有点热血。所以你现在有寄养吗？有一点有哈，有一点。那我们派十个人出来对你一个，应该20个吧。哇哦 ！5-2。OK， 现在目前 Team Yun 的这个分数呢是5分优先，5-2。啊，没过网。Service over。而且我们现在 Facebook 线上是有 1.3K 的朋友在观看着我们的铜牌战。哦，差一点。没有，而且我说小李荣浩他好萌哦，他那个球不过网，他是这样子的。要嘟嘴吗？可爱哦。啊。我今天怎么从小李荣浩的身上看到真的很难攻破这个，就是他有那种偶像选手的感觉，但是很多小哥哥这边真的吴小妹好开心哦。啊，没有，下次哦，如果吴小妹就是球不过网，你也试试看他那个表情啊，我怕人家会打我。其实刚刚说的一句话很对，就是可能如果你着急的话呢，就可能会因为着急而失分，判断错误了。没错，4-8了，现在。哦哦哇！再回发吧，看到他的眼神吗？我看到。裴毅的眼神非常的煞，他刚才是直接给你呵。给你死，这样子是吗？但是 double。五。好，这里球 out。Service over。5-9。好紧张啊！现在是5-9。哦，这里球开的超强实力耶，真的。Five， 哦，来的，哦 ，sorry。这感觉现在 Team Win 好像越来越靠近这个铜牌了。刚刚那个球。哦。哦。Service over。Six。10 6-10，加油加油，慢的进。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想看他们打到10平，有没有这种可能呢？10，有可能啊，可能，因为是有失误。对。Team Jacqueline 目前是7-10。
很棒了，现在其实11-7 Team Yun 暂时领先。Anyway， 这是铜牌战决定性的一局哦，非常关键，到底谁会胜出，顺利将我们的铜牌捧回家呢？问问吴小妹哦，就这趋势看起来，感觉上啦，我这种行外人，应该是 Team Yun 技高一筹，对吗？现在目前看起来是这样子，可是。一切皆有可能哦，一切皆有可能，这几个字可圈可点。嗯，因为羽球又是这样子哦，你不到最后一刻哦，你真的鼓他不到，鼓他不到，啊，我明白，鼓他不到，真的鼓他不到，你太鼓他不到，是因为你一开始你以为他应该赢定了，结果到最后哎反超了。#gg.com 所以真的，一切皆有可能，我们就看看。最后的最后 ，Apple 还有我们的小李荣浩能不能够撑得住哦？反败为胜嘛。那在场的所有的观众们哈，大家，我知道你们看得很投入，但是也是要适当的欢呼或者是给反应。我刚才看到他们是很严肃的，一直在看，一直在看，一直在看。透过你们的口罩，我也可以 feel 到了。对，那现场的氛围是真的有一点。刺激兼紧张啊，对，大家就非常的在那个氛围里头哦。那无论如何呢，我们现在如果这样子看的话 ，Team Yun 感觉上非常轻松哦，好像我们的世外高人韦峰，还有很狠的裴一，能够轻易的拿下这一局，感觉上啊，以我这个 beginner 来说啦，确实挺勇的。这个世外高人啊，他就是比较懂得自己的站位必须在哪里。嗯，所以我真的很想要问韦峰哦，这些年他要躲在哪里啊？真的在卖 property 哦。哦，是不是？房地产管理，到底在哪里练球呢？哎，那他的羽球技巧这么高超，可是这么多年来没有人知道。20 seconds。等一下，韦峰要不要跟小妹打一局？我想看，可以尝试一下。韦峰，你打，等下可以跟小妹交换一下 contact 吗？就是我们的警卫想要 test 一下。所以这个。韦峰，好，我们现在呢马上要开始我们的铜牌之战了，有混双 11-7， 有 Apple 小李荣浩 versus 韦峰和佩仪。加油！ 12-7。目前有四分之差。哇！三分差吧。帅。38。我们现在裴一还有韦峰的球很快，很快。Apple 的压力开始来了。Apple 稳稳哈。这个球精彩。精彩。很棒。OK， 虽然说 Team Yun 拿下了这一分，必须得称赞一下我们的本地的李荣浩。对，他刚刚每一粒球球速那么快都顶回去。我被李荣浩圈粉了。对。精彩，精彩，精彩。78。哎。哦，因为他说。老实说 ，Team Jack Lin 开始有点失去专注了。对，因为确实分数拉得有点开。18-8现在。这个专注力开始有失去了啦。98。
幸运之神还是有一点眷顾 Team Jet Li 嘛，因为那刚刚那粒球，对，哦，下面知道吧？好 ，Match Point， Both Matter Point。我可以看到 Team Yun 现在已经准备庆祝夺下铜牌了哦，我们要冲进来了。送分送分，十五 ，10-20， 撑住 ，Team Jet Lim， 哇，这是节目节拍奇好，真的，因为很少用正手发球，是比反手发球还要难的哦，正手发球。好，我们要恭喜金韵拿下这个铜牌。Match won by 金韵 ，Good one。所以换言之，我们的 Team Jack Lim 是殿军，真的没错，四名。恭喜我们麦好玩杯羽球团体赛2022的铜牌，我们有 Team Yun。也再次恭喜我们的殿军。两组人马都为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三局哦。那当然呢，精彩的比赛是一浪接一浪啦。相信等会儿的金牌战，大家会更加的豁出去，将自己的最佳表现给体现出来。没错。那我们来说说刚刚经过了这三场比赛吧。因为我觉得双方都给予一个非常精彩的比赛之余，尽了全力去打。所以其实刚刚如果大家在线上看这个直播的朋友们呢，不知道现场其实有蛮多观众。他们都不敢去叫，不敢去欢呼，因为真的太刺激了。他们都屏住呼吸耶。没错。我当然在现场呢，有很多都是能打之人，他们都对羽球非常熟悉。而同样的，在看着我们直播的网民们也一样，就好像刚刚有一位朋友呢，叫 Johnny Hao 的，他就有 comment 说 Apple 给球给太高，太高了，给太高了，会有这种情况吗？小妹，就给我们一点羽球冷知识。给太高。很明显，刚才就是一方是纯进攻，一方是纯防守。哦，其实，在打羽球的时候啦，我常有听到这一个不同的状态，好像我们的人呐，我不懂啦，我啦，做人呐，我是觉得说攻势是好过防守的，可是，在羽球上可能不一样吧，会吗？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OK， 哇，金句哎，是真的，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今天的第一句金句来了，何解呢？因为不管你的防守再怎么好，可以顶十粒、二十粒，可是总有一次会对不小心，所以你还是要想办法拿下那一分。对你还是要转防守为进攻，可能该 Apple 他们因为打着防守，因为他们是有能力防的，对，所以可能找一个机会去。平抽，然后他们就可以开始转换成进攻的模式，马上就是转换一个模式啊。所以哦，进攻这一点真的是非常重要，跟做人一样啊。是。这金句我们可以用在人生的哲理上，也同样受用。适当的你要去 attack 人家。真的，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可是这一句话不能给 Daniel 用啦，因为我进攻不到。没有，是 Daniel 会乱进攻。对，他就会不小心做太多。那当然呢，我们的铜牌之战就落幕了，紧接着我们就有金牌战将会上演哦。那当然在此时此刻还是要特别的感谢各位在我们的直播前守候着的观众，有透过我们 Facebook 然后 YouTube 还有 Show App 在收看直播的朋友也不要忘记，因为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进入了这个金牌战嘛，就是 Black Share 还有很多的 comment。那必须得讲一下呢，我们有这个比赛真的要谢谢我们的 Ravo， 因为没有他们的存在呢，我们就没有能进行的那么精彩的赛事。当然啦，所以呢一定要话俾你知，由 Ravo 为你呈现啊 ，Ravo Iron Max 大马独家杀菌隔热膜获 Siri Makeup SGS 嘅品质认证啦，十年保家，杀菌除臭99.998先，详情浏览 ravofirm.com。也要谢谢我们的合作伙伴 V Smash 担任每一场赛事的专业技术人员，让比赛。进行的更加的顺利，那也要谢谢 IOI Sport Central 赞助选手们的训练场地，还有比赛的场地，还有谢谢我们的媒体伙伴啦，就是炫呢，从我们的小组赛呢一直到现在，其实在现场也在跟进着报道，所以之后你会看到很多的 highlights 啊，很多的文章啦，这样子，请叫我帮他声明一下，捷营的队友们很强，捷营也不错。
杰英如果在里头的话，杰英是很弱。杰英是众多里面，因为这句比较有押韵。没有，还有杰英的队友很不错，杰英在里头就是错。弱。哎，你把德廷放在哪里了呢？单压成一。OK， 那当然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在上个星期我们一共有25位的听众 call in 抢线成功，然后呢，一共有15位的听众，他们是猜杰莹将会是总冠军，而有9位的听众就猜 Team Mayan 会是总冠军。那到底我们今天的冠军花落谁家呢？很紧张。来，我们做现场民意调查一下哦，支持 Team Mayan 的尖叫声。好，支持 Team 杰莹的尖叫声。OK 啦，两个都支持的尖叫声。算了吧。哎 ，OK。比赛哦，在战场上总会有胜负。没错。冠军只有一队，感觉上今天应该70%，就是高手云集的 Team 杰莹会胜出啊。可是我觉得 Team Mayan 也不需要气馁，没错，因为球哦，你不到最后一分钟哦，你是不知道他是会怎样打的。已经讲到这个部分了，不是，不要气馁。哇，就是要问一问吴小妹啦。此时此刻，你知道在国际赛的时候有没有发生过一些状况，是本来觉得说必输的队伍，结果到最后逆转胜，有吗？对，虽然他们实力很强，可是我拿另外一边赢。哦，所以你是支持 Team Mayan 的？对。哦。这样子才有那个冲劲，你知道吗？还有那个冲击力哦。所以 Team Mayan， 你们不要气馁哦，今天吴小妹支持你们哦。OK， 没来。对啊，他的声音很大声。没来，小心。是，那在 Team 杰莹的部分呢？据闻呐，哈，江湖传闻，整个麦好玩杯最强的男女选手都在他的队伍里头。他们那边只有男选手吗？一眼望去都是男选手。没有啦，那个是啦啦队，那个是啦啦队。Angeline 虽然昨天朋友讲说她打球的时候平时很少女啊，可是她打球的时候她 smash 哦，很像撞萝莉的身体。真的，她杀球很重。她杀球真的很厉害，她一杀我都接不到。真的？对。哇哦。Angeline 讲她现在然后走在这一个饼令的路上，每个人都讲哇，你是那个杀手好像萝莉的那个。好，那其实呢，到了现场，我们有这个 Astro Camp Badminton 的学员，没错。来，请挥手，在哪里啊？请问我们 Astro Camp Badminton 的学员。Hello， 终于到场了。那我们 Astro 呢，也致力于支持我们的国球，有的就是羽球的运动嘛。没错，那其实 Astro Camp Badminton 的学员呢，也是由 Astro Cassette 主办的 Astro Camp Badminton。那期待了3年呢，终于再次的回归了。那此活动呢，从这个2012年开办以来，就是为了发掘与培训年轻的羽毛球选手，成为下一个羽毛球冠军。那这一次呢，却迎来了我们国家的练习教练。参聪明，在包括了有周俊英成为这个年龄介于10岁至12岁的小学员们进行这个专业的羽球培训。是的 ，Astro Cassette 呢一直致力于通过体育的方式，就是去倡导教育嘛。所以呢，现在已经在全马5个地区的选拔营，包括了有仙山呐、槟城呐、吉隆坡、沙巴还有沙捞越，举办了 Astro Camp Badminton 的，发掘有潜质的一些羽球选手，然后希望说可以为未来在我们就为马来西亚了争更多的光。而且呢，其中的学员哦，他们得到了这个不错的成绩。是的，其中学员就包括了有郭锦宏啦，他夺得了2022年瑞典羽球国际系列赛的男单冠军。而且呢 ，Michelle Mohamed Cairo 就夺得了2022年荷兰羽球国际系列赛的女单冠军，掌声鼓励鼓励。谢谢，来我们现场观摩，欢迎欢迎。好，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吴小妹啊，就我的吴教练。暂时要休息一下，我们有吴老妹，就刚刚的铜牌，哎，也是五位，恭喜你 Team Young， 谢谢。刚才吴小妹有说我可以休息的吧？可以，我帮你顶住 ，OK。长差不多样子吧，妈也是。啊，是，哎，所以你现在坐下来是因为你为了要讲评 Team 杰英，对不对？啊，不是，我是来撑他们的。哦，因为我有那种 Team A 要赢的那种。锐气，不懂为什么。Group B 啊，我们是 Group B 哦，不是吗？我叫 Sorry Team B 的。对 ，Team B 啊。B 赛区。那我们看到呢，双方的选手已经进场了。来，我们来一一的介绍大家一下。
耶、yeah. ！好，我们先来介绍 Team 梅一安的。那梅一安今天因为有一些活动呢，就来不了这一边。那我们先来介绍在 Team 梅一安的，我们有他的副队长秉宇。好，接下来呢，有非常大声的 Maglie。还有我们人美声甜的 Michio。还有近期有参加这个恋综节目的 Sean， 当然少不了非常帅气的 Dickon。 好，接下来呢有我们的素人选手金心逸，还有我非常欣赏的他有 Jo Su Si。 那他们的顾问教练就是陈炳顺大哥啦，然后在呢右边这一群 Orange Color 的人，还有 Orange Color。OK， Team 杰莹，首先先讲他们的顾问教练就是邱依依啦，然后队长有赵杰莹，能唱又能打 ，OK， 耐打。接下来有副队长德廷，德廷德廷，爱你不听哈。接下来有呢我们的艺人选手 Perry Kwan。还有很漂亮、很阳光、很正能量的 Michi， 而且他今天换了发型哎，是是是，啊 Michi 他们的《地心翻车》演唱会在2023年1月1号，大家可以去买票，是，快点快点，尽量拉票。OK， 接下来他叫我要这样子介绍他的，所以我要认真一下，他叫做。为什么他要特别介绍呢？因为他想跟广大的所有麦的听众朋友们说，他是这个有崇拜对象，他暗恋着赵杰莹。人家没有，你们要安静。人家怎么说也是国手，是国手也是可以暗恋人的。也对也对，在一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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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杰莹深爱米奇，他叫做米奇林世荣。接下来到这个啊，接下来到这个杀球好像萝莉一样的，他们中的 Angeline 林志玲。好，接下来到这一位也是非常厉害的李知庆，欢迎知庆。还有21岁的 Bradley 郭世光，好的，介绍完了两组的这个队形了。所以，因为我还沉醉，我尽力了，我还沉醉在那个在一起的氛围。我也是，所以我们金牌战还要打吗？别因为求你不要就在一起原地结婚那种。好，那全场的这些球员们呢，可以先坐下来稍作休息。好的，请我们的男双准备好进行这个抽签。好 ，OK， 男双进场可以进行这个抽签了。希望我们刚才这样子一讲一下，不会吓到塞文的那个气势。没有啊，塞文很开心啊，刚刚他就哇哦。你看杰莹现在给他爱的鼓励了啊，爱的鼓励。好，裴勇会客串一下，我先去喝水。好，可以。嗯。哎，我们裴勇哥下来了。我们同台的这一个 ，Hello， 不要撩，不要撩妹哈，哥坐好。How are you？ I'm good。OK。Without you。哦。坐最旁边。No no no， thank you。OK， 我们正式看比赛。好的，这时候大家呢在收看着我们直播的，也可以来留言 Team。杰莹 vs Team 梅艳，你们觉得谁会是最终的金牌得主呢？嗯，是这个时候讲真真的，对于观众来讲哦，真的是非常的紧张的。他们哦，真的是抱着一个今天谁谁又拿到冠军。哎，确实，我跟你说，现在来迎来了这个金牌战的话呢，我本身坐在这一边都能感觉到那个紧张的氛围，所以更何况是在现场在打着的选手呢，对不对？对对对，哎，我们来讲一下，因为秉云呢，昨天他有试图想要偷 IG story， 然后去应该对手的这个男双放过他。哦，是，但是在球场上呢，半夜 tag 人家 IG 讲说，哥杀球不要这么凶。不过现在他们在热身的当中了，那迎来了这个金牌战第一战呢，就有这个男双的对垒。那先说 Team 梅艳的话呢，有 Cool Dickon 还有秉云。那在 Team 杰莹的话呢，有 Lim Chi Wing 还有 Bradley。来，我
们先好好介绍一下Team Mayan的这个林炳云啊。好，那说一下炳云的话呢，因为我认识他就是在麦的电台这一边的、啊。那这一次呢，他为了这个羽球比赛呢，确实下了好多功夫，天天都在练球。那还有去到不同的场啊，你们谁练，我也要来打一下。他真的每一场练球都会去。是，裴勇，你要不要说一下，他昨天打赢了你？最主要整个感觉应该这样讲啊，炳云目前人生最光荣时刻就是在昨天打赢我那一场。他的高光时刻就在昨天，确实确实，他其实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当初 Be My Star DJ 输给了我，拿不到冠军。所以从今天这边夺回当时那个高光时刻。我没有骗你，昨天打完那个比赛，我们已经结束比赛两个小时，他的笑容没有变过。对，而且他昨天晚上还在家里头，你知道用电视重看，他拍照给我看，他讲爽。哇，真的确实爽。他赢了裴勇，他人生就那么一次。OK， 那要说一下啦哈，炳云之外呢 ，Team Mayan 的另外一个选手就是 Dick。那我们有 Dick， 那确实昨天 Dick 呢，可能说输下了那一场比赛。那今天谁不啊？到底谁会赢这个比赛？我们不到最后一分钟，我们都不知道。是他确实昨天有一点小失水准。没错，那我相信呢 ，Dick 今天绝对会夺回。昨天他们就是那一球的希望。是是是是是。然后我们来讲一下啦，就是 Team 接应的部分。Bradley 呢，他首先我们在第一次的比赛的时候，你看到他是一个杀伤力非常强的，他也是 Utah Sports Carnival and Festival Men Double Champion Mixed Double 的 Champion， 然后现在呢也是一个 Utah 的学生，还有 Part Time 的羽球教练。你透过他的 IG Story 也可以看到他天天在教小朋友打羽球。再来就是呢，我们的 Lim Chi Wing 啦，蔡伟啦，他就是一个国手嘛，对不对？他也拿过呢孟加拉羽毛球国际挑战赛的男单冠军。那现在呢，除了说是一个国手之外，也是一个羽球教练的。没错，然后刚刚就是全场的沸腾点，在塞伟暗恋结影。这个 Team 结影的队伍有点越来越长哦。为什么突然间多了这么多人？塔塔怎么在里面了呢？是要战胜加以智的意思吗？谁呢？啊。OK， 现在迎来我们第一场的这个金牌战，我们有 Team Mayan vs Team 结影。今天会火力全开啦，各位。Ladies and gentlemen， 不要流利 ，All right。Team Mayan， represented by Fu Dixon and Dion， and on my left， Team 结影， represented by Lim Chi Wing and Bradley Kwe Shi Kwan。Team Mayan to serve Fu Dixon to Bradley Kwe Shi Kwan. Level play. 来了来了。Team 结营拿下了第一分。我听说 Team 结营他们今天男双会实行这个狠狠去，不留力。Two love.帅呀！紧张紧张。Over， 帅。One, two。好想这个时候有一个板在那边告诉我们球速。One。Okay， 我相信呢，其实在场的炳云的压力是非常的大的。我想问一下吴小妹，到目前为止4-1，你看到整个状况有什么感觉？有一点一面倒的情况，可是他们有一种被拱举雷打，对，压着来打。好球，好球。好球，有拉靠近哦，3-4喽。哇，这粒球是很难接的，这粒球是很难接的。Service over 5-3。一下 out， 一拿这粒球，好 ，over，
Four, five. 我们要相信技术人员。哦。Six, four. 选 Team 决定领先。好。失算了，失算了。Seven, four. 确实硬。哦、oh. ！看到有人留言，开除。他说：“结营 boyfriend smash powerful。”因为有爱的鼓励。哇！我发现可能因为有结营的爱的鼓励啊，塞文杀的没力。那今天塞文的那个杀球，他的眼神很利了，太重了，是。啊、完全没有要放水的意思，完全没有，没有。Nine five， 好，这是一个 all out 的比赛。哦、oh, ，好球，这个球好好。Ten， 掉了。十比五。It's a short. So it's over. Six. Ten. 秉昀喘口气，秉昀。哦，危险哦。It's a long. 好。Over. 十一分。Eleven six. 好，来到了十一比六，进前领先，来到了中场换场。好快哦。好快。OK， 确实呢，刚刚我觉得这一场比赛秉昀是顶着非常大的压力下场的。嗯，那我觉得 Team 结营呢，他们也是啊、拼尽全力去打，对于对手来说也是一个尊重。对，嗯哥，你一直在什么呢？我在思考，如果今天，如果你今天对到的是他们的话，我在场内我要怎样处理？嗯哼，好像只能投胎了。如果跟秉昀处于同一个状况，确实真的只能够尽可能表现好自己。是是是，那如果你是教练顾问的话，教练如果是你，你会给什么策略呢？对，你有什么话对秉昀这一组？从他的眼神，我看到两个字，由于他们的这个无助，无助，无助，没有，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对抗啊。是，我想到最好的策略是什么？你换秉昀，你上，赢的几率就高了，是不是？等一下，我们可以组一个队。哦，确实啊。哎，我觉得可以跟我们制作团队聊一下，如果真的有时间，我们让小妹上去好不好？是啊，我们就让冠军那一组派出一位代表，我们跟小妹来打一场。跟小妹打啊，好像蛮好看的。小妹，你是不是有点后悔讲了那句话了？我觉得麦每一次都在玩我。对啊，那绝对不是我一点哦。那小妹，你说就是看到他们打羽毛球，你都很想下场嘛？对，很热血，很热血。各位观众，如果想要看小妹在后面比完赛 ending 的话，想看她下场打，记得 comment 好不好？ comment 小妹下场，小妹下场，一个字。好。好，我们即将迎来这个下半场。是的 ，Team Jane versus Team Mayan， 目前的比数呢是十一比六的 ，Team Jane 暂时领先。然后负责男双的四位选手结营的有 塞维纳 还有 Bradley， 然后 Mayan 的是 Dickon、okay. 秉昀。It's out. It's out. Seven, eleven. 哎呦，哎呦。一手接一手 ，Service over， 差一点 ，12-7 ，Team 结营12-17优先 ，It's out， 出局 8-12，小妹下场，小妹下场，有人说了小妹下场，好多小妹下场 ，It's in， 刚刚刚好在一个尴尬的位置 ，13。8小妹，你可以 warm up 了啊！很多人留言了，小妹下场。我是有球拍的，我刚刚练完了。很好。精彩，就
就是要有这种顽强的精神。嗯，帅。9:13。啊，篮球是圆的，羽球是有毛的，没有到最后一刻，不知道谁会赢，谁会输。好，来，炳云加油，炳云。14:9。14:9。哦。15:9。丁杰赢15:9优先。哦，结束太快。16:9。16:9。哦，你看米奇一喊塞文就笑了。嗯，哎呀，真的哦，17，因为有杰尼爱的眼神，爱的鼓励，塞文刚刚杀得非常用力。哇，18:9。18:9，那有9分之差。那尽全力，炳云加油。丁杰那一边的5。哎，差一点，炳云差一点点。炳云很棒，炳云。19:9。哦。20。9:9。Oh. 好，游戏恭喜 Team 杰赢，夺下了第一场，以21:9的分数拿下第一场。来，让小妹来点评一下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一个。其实我们的 Team 梅恩他们真的毫不放弃，一直很努力的去追分这个部分。当然。哇，也太多人在网上留言叫小妹下场了吧？真的真的，因为刚刚我们已经说了嘛，就是小妹会对上我们所有的。所以等一下我们会有表演赛吗？我们就我们跟制作人讲一下喽，看看时间有没有允许喽。将来我们三个人下场打小妹啊？算了吧，我们三个人你会输他一人好吗？21:0。那刚刚呢，我们就没有悬念的由 Team 杰赢夺下了第一局，恭喜我们的 Team 杰赢 ，Saving 还有 Bradley 表现一如往常的好，而炳云。也当然啦、啊，跟国手过招嘛，哈，是在一个高压的情况底下，对对对，虽败犹荣啦，必须要讲，虽败犹荣这四个字这样用是可以的，对对对，真的，你看对上国手，你还可以招架得住这么多力球，我真的觉得我要为我的拍档感到非常的骄傲，真的，我们给一个掌声，炳云好不好？好的，那先说说，其实我们刚刚完成了这个男双的比赛，接下来将会迎来双方队伍的女双。那我们也 recap 一下刚刚的比赛啦。其实刚刚我觉得陈培勇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就问吴小妹，就在这种实力这么悬殊的比赛啦，就刚刚男双是实力就不在一个线上的嘛，这样子什么策略是最好的嘞？就是闪球，我看到，因为我看到塞文的球，我就很怕。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闪一边，闪在一个角落那边。很怕给他塞到。对。能力的话，已经很明显就打不过了嘛。像炳云哥刚才就是很尽力的去救每一个球，是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策略的。没有策略可言。他是没有策略的，反正能尽力，然后帅最重要，输没事。下一次训练的时候，着重在那一个弱点的部分。对，就是知道你的弱点是什么。可以特别 OK， 炳云收到了吗？下一届的好玩杯你会表现得更好的。他的气势太强了，炳云哥，真的，想要眼睛小小这样。是，他就是虽然输不重要了，帅最重要。一点而已，一点点帅。是是，小妹说一点点帅。OK， 一点点有。好，那接下来上场的女双也是有的打，因为据闻是好玩杯里头。排前二名的女双，都在现场。对对对，有那个 lorry driver Angeline， 她是 lorry 本人，不是 driver。
哎呀，我们女生可以准备一下了哈，待会儿呢才会让你们来进行这个。还有我们的 Nikki 也是表现非常好，刚刚他们私底下有聊一轮的啦，就彼此好像感觉上要让赛，可是通常上就是这种就是上场之前所说的客套话。是是是，哎，我必须要讲一下，为什么 Team 结营的拉拉队有点越来越长的概念？陈培勇你也坐过去那里了，怎么一回事呢？他是拿着饭盒走过去那边了。没有假的，不是一直支持品云的吗？跑过去。他应该是看到美女坐在那里吧？哦。OK。哦 ，K N On 他说，现在的女双就是卡车，就 Team 杰莹呢 ，versus 是一个拖车 Team 美恩。他说就看谁可以胜出了。好的，我们的裁判还有边线员已经呢进场了，所以女双的选手可以准备进行抽签。那 Team 杰莹派出的呢就是 Angeline 以及芷晴，然后呢，呜呼。哦，美艳的有邱淑信，还有秦心怡。OK， 其实呢，讲真，这一场对于 Team 美艳来说是一个关键的一场，因为他必须得拿下这一分呢，才可以打第三场的比赛。可是要从 Team 结营的手上拿这一分不容易，不容易。因为还是那一句啦，据闻好玩杯里头最强的女选手就在 Team 结营里头，所以应该感觉上是没有什么悬念的啦，感觉上啦。那啊 ，Mac 来讲 ，No No No No。OK， 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两组的这个选手啦。看，先说的就是有 Team 梅恩的啦。我们先讲 Sabrina。OK， 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接下来会出场的、哦。那梅恩因为本人呢，他有些事情已经来不到，但是呢，我相信他在家还是一起看着这个决赛，为他的 Team 来加油的。OK， 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有 Tio Su Xin。那他本人呢，在昨天的比赛，我觉得他已经非常努力的接下每一球，所以今天我期待他的表演。遇到了强敌，就是 Nikki， 对不对？OK。OK， 那还有秦心怡，那秦心怡呢，他本人也是这个 National Junior Circuit Woman 的这个 Double 的第一名。虽然说他本人的职业是一个牙科生哦，但是呢，真没想到他在球场上呢，真的非常厉害，球技全都。是的，我也帮这个网友兼啊，他念出他的留言，他说 ：“Nikki 今天是决赛了，已经金牌战了，不要保留任何实力，加油，加油，加油。”好，那我补充一下，其实呢，丢苏西呢，他本人的最佳成绩有这个 MSSM 的 Mixed Double Second Runner Up。那他本人呢，也是一位羽球教练。是的，哇，看热身都可以尖叫得如此，很棒。好，来看到 Team 结营的部分呢，哈，结营呢派出的就是有 Angeline、还有芷晴 ，OK、然后呢，Angeline 来自 Benin 啦，她之前最佳成绩是印度羽毛球国际系列赛的女双亚军。然后呢，芷晴就是 Vietnam International Series Semifinalist， 她现在呢是一个教练。这样子看的话呢，因为我们刚铜牌战，其实都以微分之差胜出了我们的 Team Yun。是。可是来到金牌战，很多人都看好 Team 结营能够以碾压的方式来获得金牌。夺下这个金牌。所以如果这一局真的不小心又给 Team 结营拿下的话，那基本下一局就不用打了。对对对。你怎么看呢？我们的吴小妹。我觉得。盲猜。没有，还是有机会的，还是有机会啊！以黑马的身份比较容易去冲击对手，把我压力。好 ，Nikki， 还有 Sabrina 加油哦！他们有礼貌却不失尴尬的微笑。Team 结营的结营现在老神在在啦，整个真的啊？等会儿结营会上场吗？如果不小心失了这一局的话，他必须得上场，但是他心里头是100个不愿意。也是一个 no no， 还是那一局。对，谈恋爱了就是这样子啦，那个精神会散开。Ready to play？ 他跟谁谈恋爱？好。现场的气氛非常的刺激、精彩。那接下来呢，将会迎来我们金牌战的女双对决。先说 Team 美艳的派出有邱淑信，还有秦心怡，而 Team 结营的呢有林基林，还有林芝庆。Angeline、芷晴加油 ，Nikki 还有心怡加油。好紧张。我们可以看到 Lolly Driver 本人，就是 Angeline 在那边碎碎念，感觉上有很多的战略。她今天的状态跟昨天很不一样。
其实他有一个小插曲的 ，Angeline 有一个小插曲的，因为呢，他说昨天他在比赛前他的球拍他的线断了，是他说他一直以来用来杀球的球拍，然后就突然间断了，他就有点没有信心，因为用另外一支这样子。OK OK， 对，会有影响啊，这对球手啊。到底我们的 lorry driver 能不能够顺利冲击？的时候哦，只有在决赛或者半决赛才可以看得到。其实之前小组赛的时候都没有这种情形。有这么多拍。对对对。Two one。4K 的网友们都在看这场，看我们的精彩战。没那么的自信，昨天还有 Nicky 会跟他讲你要怎么样去站，他们的自信回来了。哇，吓到吓到吧，吓到我们的小妹，你怎么有这个动作，有这个反应，怎么了，你怎么了，太强了，杀得很重，杀得很重，很痛哎。吓到吧，3-5。紧张哦，Whoa!
谢紫金今天很帅，紫金今天每一个杀球都让我哦。老实说，紫晴今天的状况跟昨天很不一样，可能昨天卡不结营，对，没错，昨天他要保护结营嘛，所以就打得有点小心翼翼。稍微高吧。Nikki 来了 ，Nikki 来了，爆发了。小急了一下哈，加油加油！哎，没事没事，真的有得打有得打。以目前的这个状况，他已经拉近了彼此之间的分数，现在是6-8哈。講下鞋底先。Seven over. Nine. 很近出来了，我们的 Angeline lorry driver become a real lorry driver now. 球是硬的，知道吧？7-9，所以由Team Mayan拿下了这一分，以7-9。其实讲真，出自我的私心，我是想看第三场。再被高吧，10-7。那李夏艾丽可不可以拿下11呢？三分之差。每次都觉得 Angeline 的反差很大，因为她私下是一个少女，然后一上到球场的时候，那种不温柔啊，一点都不温柔，立马变得一点都不温柔。可是她是一个很喜欢粉红色的女生。是，昨天呢，因为在开场前，陈培勇用了美男计，是，就不断的盛赞我们的Angeline 是少女嘛，就让她一开始的时候就无心打球。Lorry Driver 的 button 没有出来，然后很后期呢才开始展现他那个 Lorry 撞击的实力哦。Anyway， 这样子看下去的话啦，吴小妹问问你哦，会不会 Team 结营就没有悬念的拿下这一局？因为感觉上他们好像那股劲啊，很狠，没有打算要给对方留任何的余地。他们都比了一个势。对，可是他们现在Team Mayan在讨论这策略，是你不知道说待会他们在聊，等一下庆功宴要吃什么不了啦？人家吃什么啊？你今天驾车来吗？要谁载你回哦？是，哎，其实我很好奇，就通常你们换场的时候啦，跟教练感觉上讲很多话，是真真 real real 在讲 strategy， 真的是在谈 real real 讲 strategy 哦，除非是没有得救的场面，这样就放弃吧。你不要输得太难看了。OK。好 ，OK，我看到说在那个留言区那边有君苑，他说 Happy Birthday 心仪，所以今天是心仪生日吗？心仪 ，Sabrina， 好 ，Sabrina， Happy Birthday Sabrina， 哇哦，要唱生日歌吗？现场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是他生日吗？他一脸懵哎。可是我知道今天是 Team Jack Yap 的 Zoe 生日，是正日来的。Zoe Happy Birthday！ OK， 庆祝的环节，等会我们一浪接一浪啦，等会我们就好好的唱生日歌了哈。对。12-7。
13-7. 七分之差。我觉得庆祝胜利的声音好听。哇，好有力哦！子晴今天完全将他的实力发挥到极限。那个风很顶哦，子晴。真的，子晴爱你哦，子晴，很棒。是裴勇在对面干扰他吗？裴勇走开，裴勇在哪？哇！好，金梅央的分数目前是9-15。16-9了，再有七分之差。哇！再来到吧。10-16。杀气！没有，我想说，今天 Angelina 她要胜的那个决心是很旺盛，所以也导致她有一点点的心急，跟昨天的表现有一点点的不一样。What's up？ 再来一把 ，77。好球 ！18-11， 丁杰赢你18-11，领先。再拿多三分，他们就直接拿下金牌了。我换个球哦，通常这时候就是他偷换气的时候，拿回那个节奏，接传了。可以啦，我们赢。比分真的已经拉得有点远了，19-11，八分之差。哦，再来一招吧。12-19，有点轻哦，这一粒。哦。哦，呀！再来一把 ，20 gold medal point 12 ，OK， game point 啊， game point 啊。所以那十五位的 coin 听众，哎呀！之战，我们要先恭喜 Team 杰林夺下了冠军，那也要恭喜金梅央呢得到了这个亚军的位置。耶！恭喜 Team 杰林成为了麦好玩杯羽球团体赛2022的总冠军。也恭喜 Team 梅央捉鸭王冠，表现得也非常的精彩了哈，大家都尽力了，恭喜恭喜！
好，那当然呢，因为 Team 结营是以直落两局的方式获得了总冠军嘛，那个时长呢也比我们想象中的短。哎，没错。这时候其实我们也有一点点的时间哦。哎，两队副队长还有队长，听我说一下，是这样子的，因为 Team 结营直落两局取下了总冠军，所以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时间，要不要来场表演赛？要。OK， 好。情况是这样的，因为今天呢，难得我们的景薇吴景薇也来到现场嘛。好，景薇下场想不想看？想。好，我们的吴景薇将以一打二对垒我们的队长赵杰莹，还有副队长小眼睛秉云。秉云，来吧。哎，好看精彩。加。哦，再加一个。当然呢，我们也会加 MacLine， 希望他不会成为老鼠屎。MacLine， 你要尽全力的闪一边，好吗？警卫一起打。他嘴说：“不要，幺妹，幺妹，我东西在车上，等我一下。”没有，他从刚才已经讲说：“幺妹，我真的要下去了，只是我带球拍来了。”是，我相信一下，这一场感觉上大家都很想看，对不对？对。到底我们练球？可能日子有功，表现还不错的队长赵杰莹，还有秉云，能够以微差，就不要说到这样惨烈咧。还是我们的吴小妹还有 MacLine 可以胜出呢？嚟，林生有咩想讲？系。嗱，呢一场先系真正嘅比赛嚟嘅，头先嗰啲先系表演赛，而家先系真正嘅比赛，而家先开始。我哋咧将会以五球嚟定胜负啊！诶，没有错。同样的，我们的教练啊，我们的那个评审是以云森来做标准吗？是吗？哦，我们的 Quiz Master， 你去安排一下位置啊。谁要做安排的位置？林生嘛，林生。我做啊，我。林生做安排啊。你小心哦，你小心。然后 Jason 已经去做那个 Line Man 了。领得咯，我哋掌声欢迎林生成为我哋嘅 Empire。耶！那我们的边线员要准备一下吗 ？Jason 已经坐在一边了，可以再多一位去准备做这个边线员。大家打下波先。MacLine， 练下手感。MacLine。来来，五个晚餐啊，你自己想好好啊，五个晚餐。唔系，我觉得呢一场大家先至系觉得真正精彩，系咪？精彩。嗱，周子莹，你唔好甩蛇啊！我想。佢惊咗，因为佢以为佢冇。子莹养兵千日，今天就是要用军了啊！哈。对。哎。那我觉得这一场比赛呢，绝对是惊喜中的惊喜啦。那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我觉得可以给予一个热烈的掌声跟欢呼声。好，那双方的这个球员呢都在热身的当中哦，我觉得就不用太多的介绍了，都太你看一下秉云很卖力的在热身，可是景薇就站在原地。可是我好奇陈培勇会怎样介绍他们。没有，陈培勇想下场，他讲啊叫秉云打一半出来给我打。秉云打两分半的，真的他很认真，他躲在马上将自己躲一旁。所以培勇要不要在旁边 stand by 一下，秉云一拿两分你就可以冲进去哦，要不要换牌？但是重点是我怕秉云拿不到两分。没有，因为我觉得秉云现在也是 like you know。喂，原来呢张凳唔系咁容易爬噶喎。系噶。我头先明明睇到一个 judge 系肥过我，佢都上到，我两个上唔到嘅。OK， 我而家将 camera 感谢你的敏捷好吗？负责吧，负责。小心嘛，要小心嘛。哎 ，OK。OK。他安全地到达了那个椅子上面。对。然后今天呢块板系攞嚟食饭噶系嘛？系啦，系嚟挤嘢噶。好啦，嗱，跟住落嚟。喂 ，fans 要影相，热身够未？俾多一个钟头你热身啦，不如。今朝早十一点热身，热到而家仲唔够啊？好啦，正式比赛噶啦喎。系。哦，换波啊？十五球。我成日睇啲球员系咁去换波，好似唔使钱咁啊，大佬。唔係啲波咧，其實係攞翻去練球用嘅，係嘛？啊，剪刀石頭布，看誰開球啊？什麼？我是 judge 嗎？我話行嗎？石頭布。你是 empire。門是我們開。贏得開。誰開？趙傑贏啊！他沒有真實都要講一下啦。在我的。五兵勝負啊！在我的右手邊這邊啊。啊，我们有我们的吴小妹吴景薇，耶！还有比赛吵到不得了的 MacLine，
在我的右手边，没有，现在是婚双还是男双？喂，婚双来了，婚双，啊，婚双来了是吧？手里啊，搞错了。而在我的右手边有赵杰宇，还有今天打得很烂的冰云。OK， 五球定输赢是吗？对。OK， start， play， start， 十一球吧，十一球可以了啊，十一球、okay ，实力吗？哦，实力。好，因为我们有国手在，我们一开始已经9-0，赵杰宇开球，好 ，zero all play。哦、oh. ，好。Love, one love。哎呦呦呦呦！哎呦！哎呀！哇！2-0。炳云脱了啦，炳云拆掉他。脱了。妹妹，高晴，高晴，这是badminton court，请你尊重一下，不是tennis court，你打到这样大这么 OK。Three love， 哦哦，炳云可以哦。Four love， 没有理由一分都拿不到过啊。哦，哟 ，OK， 哇，阿达 ，OK， 哦 ，One Four， 在这一边唯一失分的可能，我觉得就是从 Mike 的身上。我觉得能够在国手面前讲说我的，也是一种勇气来的，还要很大声，是做的也是真的 ，One Four。哇！5-1。好。2-5。赵杰英到你表演了 ，OK？ 杀几粒美的来看一下。哎，有没有客气要坐在这边这样讲话的？没有的哦。杰英，你要加油哦，杰英。来哦。我们的很差，对不对？对啊，小妹说要不要换人？她说陈培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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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培勇配麦来，陈培勇配小妹，陈培勇。Three five， 中间换了一个陈培勇进场，这边要换一个 Perry 吗？他们终于混上可以下场了。是。啊，陈培勇要摔啊。别紧，输不用紧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当真是了，如果输的话，等一下那个杯就给他们了啊。开玩笑，开玩笑。Three five。哦。Seven three， 好了，不接球就不帅哦，老哥。好了 ，out， 哇，我们 line judge， 哇，杰森立刻手来了，我哋打11分啦吓，林生。哎，那个 line man， 不要这样大声，你以为我忙的、啊，你爱这样大声 ，out 这样大声。Four seven 是吧？嗨 ，four seven。哇、啊！你要讲 sorry， 要讲 sorry。帅帅帅 ！Five seven。哇！果然 ，Big five。吴小妹就说：“只要你球给到我，我就必定拿下那一分。”哦 ，out out 了。
换人。Six A。有啦。哇！哎、欸，捞起嚟食硬我呢啲波，有冇搞错啊？你真系。Nine six。呢个时候我见到世荣攞含情脉脉嘅眼神望。系啦。很想看最后一粒，可以不可以世荣换 Perry？ 加情侣档上阵，好啊，好啊，好啊。OK， 情侣档上阵，嚟嚟嚟嚟嚟，我们在一起，给他们一个爱的欢呼声，在一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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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西荣，即系我睇你靓靓仔仔、高高大大咁样，我谂到你啲品味，你啲择偶条件都几特别吓。打二十一，看吴小妹 versus。OK OK， 好，他们要球员要增加到二十一分啊，可以，好，三。哦，我们的制作组说不行不行，十一分是，十一分，对，只能十一分。十一分啊，时间不够了。OK OK， 我们打十一分呐，好不好？十一分好。所以大家还有两分罢了啊。接下来每一粒都要尽力的。还是有要求十五分。OK， 十五，我们就十五分吧。十五分，就这么决定，十五分，十五分。他们不会妥协的，十五分。哦，或者重新打过十一分嘛。OK， 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分 ，OK， 我决定。好，十五分，现在九比七。OK。哎，小妹，小妹，小妹来了，小妹来了。但是现在遇到小迪了，因为杰伊跟赛伟他们有这个爱的力量，应该很平均了啊。他们有爱的默契，爱的默契。我们有水瓶座 vs 情侣档。好，九比七，不用开。哎，给，给力，给力。證明一樣嘢，愛嘅力量唔係大曬，係真係嘅，係。Ten seven， 哇 ！Eight ten， 其實佢哋都淨係想拉長嚟打啫，冇咁快到十五粒咧，大家都睇耐啲啦嘛。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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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哇！Nine ten， 哦哟，接近了，有得睇，有得打，一分之差。哇 ！Eleven nine， 哎呀 ，Twelve nine， 唔紧要噶，姐影，你记得唔好接波俾隔篱嘅接就得噶啦。来哦！哦，哇 ！OK， 我怀疑有私人恩怨在啊，有私人恩怨在啊，这一场。哇！哎哎哎哎！哇！哇！哇！其实蛮想跟杰英说，你可以干到一边去。杰英还在保护你耶，杰英。好。哦。来啊！Ten thirteen， 杰英从没试过这么认真的，是，好认真的佢真系，哦 ，eleven thirteen， 哎呀 ，twelve thirteen， 皮勇开始紧张啦，节奏抓不对。看小圆的表情，很确定啊哈！哦 ，Yes， Yes， 偷鸡，但系偷得好 ，Fourteen， 偷得好 ，Match point，Twelve， 哦 ，Match point 啊 ，Match point 啊，那边有三个没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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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的。哎，你们爱的力量有点弱嘞。哪一组？哪一组输就哪一组包一起啊 ？OK， 哪一组输？不可以啊，我们要颁奖啊！这么 ，Match point，Match point 啊！好 ，thirteen， fourteen， 呀，五五，
哦，打得非常的好，恭喜是是是我们的水瓶座 vs 赵洁莹，还有 Seven 以及刚下场的秉云，还有 Perry Mac， 恭喜。非常谢谢我们的吴小妹客串我们的表演赛，还有那个有点专业的 Empire 林生，以及我们的 Line Judge Jason。好，还有长乐。这个时候我们当然非常多谢大家啦，同埋我们都要进行我们的访问环节啦。是的 ，OK， 那现在呢邀请我们的 Daniel 还有 Emily 到台下去进行这个访问的环节。好嘞，我们先访一访我们的银牌。有请金美，我们的金银牌都在这个舞台上哈，在赛场上。还是啊，我的麦 stand 还是拿一下。OK， 相信我们的银牌应该有很多话想要说的，因为虽败犹荣这四个字真的可以用在这一次的比赛上啊。嗯，毕竟他们所对垒到的是传说中最多高手所云集的 Team 结营嘛。再次恭喜我们的银牌！哇，好，来简单的表达一下你们的感受。我们有秉云。我是金美亚的小队长，我是秉云。恭喜金美亚已经是心目中我们最心目中的冠军！耶！OK。啊哈！并且我们看一下对面可三的前国手。哦。对，我们大家都是使出洪荒之力在拼这一个决赛。是。现在今天大家比较不强，虽然我还是安排了。虽败犹荣啦，其实啊，因为毕竟你所对到的是国手嘛，哈。好，这个时候呢，我们也问问啊 ，Sean， 因为 Sean 基本上啊，我们的教练秉顺大哥很多时候都不在场嘛，你就身为这个 Vivio 的教练，就感觉怎么样？我感觉上就，我觉得不只是我一个啦，我相信我的队友全部，我们都是分工合作的去，互相补我们的每个弱点，所以这个团队精神是我觉得我们的组织最大的优势啦。掌声鼓励，加油，我们的米奇哦，哇，进步神速。我们的制作人也有说，看你每一粒球这么努力的去接，其实也真的好不容易。是，其实在这一段时间，我的队友每一个都很努力的陪我练球，真的很感动。虽然我们只得到了亚军，但是我们赢得了友情。Okay. 我们赢得了裴勇跟 Yun， 就是赢得了冠军。哦，等一下我们访问一下裴勇跟 Yun 什么感受。好，谢谢米奇哦。好，再来我们问一问我们的 Sabrina。嗨，大家好，我是金美艳的 Sabrina。嗯。好，那其实此时此刻你的心情是怎么样呢？是哇。蛮高兴啦，其实我们进学，我们的目标是进决赛，所以如果能赢的话，当然是 bonus 啦，能进决赛，我已经很开心了。Yeah. 对，我觉得全员努力夺下了这个亚军也不容易，所以恭喜你夺下了亚军。加油 ，Dickon！ 哎，哇，掌声哦！点样啊？心情好唔好啊？好啊。开唔开心啊？开心。估你唔到，原来你真系咁识打羽球喎。因为很多人哦，一来的时候我就看到，哎，他的脸就不像是很会打羽球的脸，而且好像很会打羽球的脸，像 Mac 来这样，结果就是会打，不是很会打。所以 Dickon 很好呀，很好呀，你自己呢，感觉怎么样？打得蛮好一下，除了上一场比较差之外。哦，可能上一场是因为紧张嘛？没紧张，只是控制球不好。哦，就是通常现在是选手在赛后的感言呢，通常就是会开始自我检讨。有下一届的话来参加吗？参加，来，耶，我们等你，期待你的到来。好，谢谢。还有 Nikki。Hello， 大家好，我是 Nikki。对，那对于刚刚你遇到了强敌，其实当下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其实没有想过要赢啊，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哎，你是被誉为其中一个最强的女选手。没有，因为必要了，听美样的 MVP。没有，因为他们的实力跟我们实力怎样都好，都有一点差距。你说 Lorry Driver 吗？啊，对，不一样的等级追不上，我都追不上他们的、oh, 他们的 Ben。OK， 我觉得你尽全力打就已经是很大的骄傲了，恭喜你拿下了这个亚军的宝座。哎，在苦练啊，明年你变成厉害过 Lorry Driver 的 Driver。我努力一下，好。好。Okay.
好，谢谢天美央。还有 Mac Lai， 还有 Mac Lai。好，我们的最佳啦啦队。没错。OK，OK。Mac Lai 来讲一下，此时此刻你的心情是怎样的？已经定了，我已经知道我们进定 final。Oh, OK。来，昨天 semi final 的时候，我跟他讲，哎，我去工作，我没有来，我 final 才来。不过已经知道我们一定进 final。进 final 应该不是通过你的那个实力了。完全没有。而且那个时候我是跟他讲，我可以不要下场吗？他讲不能，怎样都要帮我们出一点力，所以给我下了一场。就是我们的观众啊，现在有留心听的话，听到 Mac Lai 他讲话是破音的，因为他刚刚就是对垒那表演赛有警卫在身旁，他惊魂未定，到现在都有点心情忐忑。没有，主要是哦，我以为啦啦队是整个 team 一起喊，结果我的 team 是讲你喊，我们拍手。OK， 我们现在你再给你喊最后一次好不好？好，好，来，三二一，天美人。啊，就是这样子啊，谢谢大家。好，哎，小心来我呢。不过我觉得 Mac Lai 呢，他的这个欢呼声还有他的加油，确实会给美岸的 team 来一个很大的鼓励，对不对？再次恭喜 team 美岸获得亚军。好，接下来呢，我们即将会去访问 team 杰莹，就是我们的冠军之队。恭喜 team 杰莹！来，冠军，哎，是冠军，是赢吗？有咩想讲啊，冠军？冠军队嘛，我知道你一定好的。来，我们其他的队员围绕着一个 V， 好不好？好。来来来，用我们的捍卫来围绕着他们两个哦。不要，不要，好啊，你们。好，跟大家讲一下，其实夺下这个冠军之战啊，其实此时此刻你是怎样的？那个好开心啊，有点松了一口气的感觉。讲真的，因为开始的时候，从一开始就太多人看好你们队了。对对，在 PC 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讲，哇，每个人经过的是那种，哟，你们赢定了，还没有开始玩的， okay. 就觉得。那个帽子你知道吗？太大顶这样子套上来，所以无形中啊，其实在过程当中有一点顶得住冇，压力，唔系好彩有佢哋，讲真嘅，他们第一 round 就输掉啊，有为我们其实就是有挫败感，对， okay. 但是挫败就是我们前进的动力，嗯，是没有啦，最主要是我们有非常好的队员们。就从我们长压力中前鼓励对方，是。哎，在我们德廷有什么话想说的吗？我真的觉得，我觉得德廷跟米奇一起防吧，那两对对对，感觉一组的。昨天他们两个没有在哦，我们很寂寞难静啊。就最佳啦啦队哎，我们要一起嘞，因为就是很会搞气氛，搞气氛，鼓舞大家。对，其实我跟米奇，我们一开始蛮 stress 的，是因为我们。的实力真的是比较烂一点，所以咯，可是大家真的是帮我们圈球，就是有专门约出来，幸好我们没有太丢脸了。因为平时就是没有在打羽球，然后这一次参加这个羽球赛，我的羽球真的有进步很多啦。好，来，我们就以一个欢呼声来结束你们两个这好玩杯2022的旅途，好不好？最强的那个啊，三二一，加油加油，一定会赢！哇！我们现在到 Perry， 来到，讲一讲你的感言。也是一样啊，也是跟杰莹一样，就松了一口气。因为其实第一场的时候啊，我们是真的是很丢脸。没事，每个人都有丢脸的时候啊。是，我也有好想买。第一场真的是讲真的，这个羽毛球比赛是我第一次参加比赛啊。然后第一场的时候也是真的是很紧张。然后哎，每个星期，然后我们的队员又有很努力的帮我们一起练球，所以真的是很开心。嗯、然后哎，还有很多教练在这边。啊，就从中也学到很多羽毛球技巧，对不对？难怪你们 team 感情这么好，然后。好，谢谢 Barry。Thank you。好，我们到。OK， 我们的 Lorry Driver。Lorry Driver 叫他我都忘记，你知道什么名字哦 ？Angeline， 来 Angeline。我可以叫裴勇换一个名字给我吗？可以，你要什么 ？Taxi Driver。啊。裴勇讲要给你拥抱，我听说。哦。陈培。OK， 等一下上台做给你。OK， 此时此刻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就是有一些压力啊。压力哦。被人家是讲说我们定一定会赢，然后有一个好像责任在身上、然后裴勇有在看哦，所以裴勇让你有一点那种压力，是心花怒放的压力呢，还是什么压力？哦，这就不要问了。然后他打完之后，他心跳还是很快哦，少女心事嚟嘅呢个，我哋下次再倾。好，这个时候我哋问下我哋嘅子晴，来子晴，好，感觉怎么样？很开心哦，很开心哦，还有很开心哦。哇，很兴奋呢、哦。因为一点就是那种压力没有完呢。啊，冠军嘛，当然哦。一开始会压力啊，因为很多人都对我们的 team 很大期望，然后但应该的，你们这样强。
啊，我们但是我们没有三零过。哦，不用紧啦，哈，唔使赢到尽，赢就得噶啦，哈。毕竟是一个。谢谢子晴。下一位，我们有 Bradley。哎，我听说一开始的时候啊 ，Bradley 杀球是完全没有顾忌对方会不会打球的哦，反正就杀就对了嘛，是不是？因为我给我是打球是第一。啊！我不管跟谁，我也要尊重他。我管你是吴家润啊，我也是照杀你啊。不过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对手的一个尊重来的。嗯。好，那今天你开心对不对？开心。哎，开心。好，谢谢。哎，那最后我们迎来这个重头戏，因为他是我们的结营的这个对象嘛，是不是？他可以是有好感的对象，是暧昧的对象，这结营是到底是什么对象呢？那你们可以过吗？从来没有过这个 story， 从哪里来的这个东西？谁开始了？ Okay， 谁？我去找阿基，阿基 ，OK。Sorry 啊，我想讲说，唯一之前也已经跟他告白过了。哦、oh ，有竞争对手了 ，OK。好，来，讲一下此时此刻你的心情、啊。有什么讲啊？现在感觉松了一口气吧，可是也是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了，因为来到最后一场啊。OK。紧张紧张哦，不要紧啊，我们等会上台还可以慢慢讲哦，冠军队伍嘛，哈，还有还有，我们恭喜 Team 结营，恭喜 Team 结营，好，耶、yeah ，好，现在呢，我们非常的开心，赢到来到了这个节目的尾声。是的，我们刚刚呢完成了就是铜牌战还有金牌战嘛，接下来就是要进入的麦好玩杯羽球团体赛2022的颁奖环节。首先要请我们的颁奖嘉宾上到来台上啦。首先说第一位呢，我们要请的是 Rubble 的代表 Miss Adam。哎，谢谢和我们合作无间的 Rubble 再次鼎力和我们合作这一次的麦好玩杯。是的。好，那接下来呢，有请我们麦的节目部经理 William 叶伟良先生。欢迎我们的叶伟良。好， Hello。 还有今天从昨天就很多网友们一直在留言说很想要见到他的，就是我们的陈文宏大哥。有的是我们大马的双打传奇陈文宏大哥，欢迎。今天呢，百忙中抽空来到现场哦，为我们颁奖。那当然呢，我们的陈文宏大哥这么难得来到现场，肯定是要跟我们的网民们还有现场的观众讲几句，因为有很多都是羽毛球的爱好者嘛。要讲什么我都没有机会打，我还没有对戏过嘞。你不用搞的啦，你平时那这样厉害讲。我来打啊，没有，就从刚刚你的观察当中，你觉得这一次的麦好玩杯所有参选的球员们实力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比赛的气氛很好啊。嗯，对，蛮开心啊，在那边打，但是我没有机会打。有请下一轮，我们有下一届的话，有幸可以请到你哈。下个礼拜有吗？很快，我们为了你，我们可以再次举办了。我们很快速的准备一下。OK， 那我们现在直接来进行这个颁奖啦。首先我们要颁的呢，就是很感谢所有的网友们这么的鼎力支持 ，Rubble 人气队伍奖。好，那我们来。Daniel，OK，、okay， 这个时候呢，因为这个 Rubble 人气队伍奖之前，我们每一队都使尽法宝，是希望能够夺得这个人气奖。甚至呢，有一些队伍呢，他们是辣狠话，没有夺到这个奖的话，即使拿到冠军也不要。哎，私底下讲的啦，这个哦。那当然呢，之前我们也是有公开的去宣布排名，当时的走势，最强的就是今天的冠军队伍赵杰英嘛。到底我们的赵杰英队有没有机会成为双料冠军呢？答案是，我们 Rubble 人气队伍奖就是 Team 杰英。成为这一次的双料冠军。哎，你很多汗，你不要黏住我。来来来，需要中间来。来来来，先从我们 Rubble 的代表 Mr. Adam 手上接过这个 Moshe， 恭喜啦！哇，额外再拿下这一个2000令吉。好，是来拍个大合照。我们看着前面的这个镜头拍拍照。然后先恭喜金杰英呢，夺下了这个人气奖。伟良也是要站进来哈 ，OK。好，来看前面。好，高杰英。这时候迅速的想一句话去谢谢我们所有的观众，还有投选你们的网民啊哈。嗯。好，3 2 1 3 2 1 Thank you。耶。
好，恭喜Team杰莹获得了人气队伍奖。杰莹也来说一下吧，有什么话想要跟网友们、网民们说？讲真的，人气奖这东西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因为就是在场有太多人气非常高的人了，你知道吗？所以，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阿元，阿元，你不要讲那个假的啦！哎呀，OK， 谢谢杰莹，好，谢谢。好，来，杰莹可以先到台下，记得拿着你们的猫 check 走哈。OK， 好，从这边下。是的，那我们的 Mr. Adam 也可以小休息一下，因为接下来我们要颁的是殿军。是的，那有请 Rubble 的代表 Casey 上台来，欢迎 Casey。上台为我们颁发。好，那我们的节目部经理伟良，还有呢陈文宏大哥也准备一下，接下来我们要颁的是殿军的部分。没错，那殿军的部分呢，我们要先恭喜 Team Jack Lin 夺下了这个殿军的宝座，邀请 Team Jack Lin 的全员上台。Team Jack Lin 包括了有 Melissa、苏林、长乐，然后李翔哥、Sean， 还有 Apple 邱诗琳，他们的副队长就是彤彤。好，来，我们先拍张大合照哦，看前面。哎，等一下，等一下，要先拿花。对对对。还有奖牌，不要这么紧张。我知道你们看到那个钱就想要拿了。我跟你说，现场的女生说有花，她们直接脸眼都亮了，完全不一样啊。好 ，OK， 好，有花，好的，拿好好哈。好，我们拿着这个美丽的花花，看着前面的镜头。苏林在场上哦，打球很凶，现在看到花很开心，真的。好 ，say cheese， 看前面，看左边。耶、yeah! yeah! ！这时候让我们的 Team Jack Lin 的队长林德荣讲几句话。首先要谢谢公司啦，就是麦搞了这个比赛，真的非常的有意义。最重要的谢谢我的队员，虽然我们拿了第四名，但是我已经以你们为荣了 ，OK。尤其是我所有的队员，我 Sean 啊，李翔 ，OK， 最重要的我们有这个长乐，为什么呢？长乐从第一天比赛呢，都被我们摆在一个很危险的位置，但是他的心态非常好，我真的很 respect 他，一场都没有赢过，但是还是那么开心，给他一个热烈的掌声，耶！要谢谢 Apple 啦，要谢谢 Melissa， 还有谢谢我们的苏玛啦 ，Thank you， 谢谢，谢谢 Team Jack Lin， 然后再次恭喜拿到了殿军，好的，可以先到台下休息，然后接下来呢，继续的哈，可以来帮我们呢颁发这一个季军呢。今天我们麦好玩杯羽球团体赛2022的铜牌，欢迎 Team Yun。恭喜 Team Yun！ 恭喜 Team Yun 夺下了季军的这个宝座。Team Yun 呢，队友就包括了他的副队长陈培勇，然后呢有好人朱彪，然后心儿培一、伟盛以及伟峰的。哎，首先拿 check 拿钱很重要。对，还有拿花。是拿花也很重要的。是。朱佳佳，来，是先拿花，先拿花，先拿花， okay, 先拿花。哎，我们有我们的经理叶伟良负责颁发花，竟然他是送花使者哎。文宏大哥帮我们准备一下哈，帮我们的所有的选手们带上奖牌。好，陈文宏大哥将会为每一位选手带奖牌哦。来来来，我们从陈培勇开始好不好？好人那里开始。好人那边，文宏大哥，来来来。哎，就是拿奖牌这一刻是非常神圣的哈，这是荣耀时刻。哇，荣耀时刻哎。来去拿奖牌，先一个一个来站好拿奖牌哈。而且是我们的羽坛 legend 啊，为你们就是加冕，所以大家真的是要好好珍惜此时此刻啊。再次恭喜我们的铜牌 ，Team Yun， congratulations， yes， 要咬，咬一下，咬一下，等一下你最好是摆一个 pose 啊，咬一下。好，来准备拍一个大合照。好，再次恭喜 Team U 呢夺下了这个宝座。我们来看一下前方的这个 camera。好，拍一张大合照。然后吴佳佳或者陈培勇也准备一下一个简单而隆重的得奖感言呢，哈。All right， 来。来，这边还有。说吧。我这次还是一个半队长，然后另外一半队长是陈培勇，不要半地调过来。啊，来去。我来，过去过去。就这样子的。本来我们真的以为自己会赢冠军的，
然后很不巧的昨天就 OK， 总的来说我还是觉得因为麦好玩杯嘛，总那个怎么说，那个 core message 就是好玩好玩。然后我觉得就算我们是八支队伍，来到今天就变成一支队伍，是，所以是有那种感动的感觉的。然后在这里我要谢谢我所有的组员，然后有哭过的，有笑过的，有 poker face， 有生病还过来的，然后谢谢浩仁，谢谢伟盛，谢谢伟凤，谢谢 Suvia 欣儿裴一，还有这个死鬼陈培荣 thank you。 然后还有谢谢我的教练，他也是非常给力，他现在就人完成了比赛，希望他早日回来我们就可以庆功一下。因为陈培勇呢拿不到人气奖，我们把那个罪名关在他身上，他俩私底下会垫2000出来。哦，是真的吗？是真的吗？谢谢。好，谢谢。好，谢谢我们的 Team Yun， 恭喜获得铜牌，谢谢 Team Yun。好好，接下来哇、哦、那我们先谢谢 KC， 对，谢谢 KC， 可以先休息一下，谢谢谢谢 KC， 请 Adam 上来为我们颁我们的金牌还有银牌，欢迎我们 Rubber 的代表。来到了非常高兴的一个时刻，我们要先邀请 Team May Yan 的全组人员上台，欢迎我们的银牌。队长是 Team Maya， 副队长是秉云，然后有 Michio、Mac Lai、Dickon、Sean、心仪以及 Nikki。好，来，对，副队长，副队长要拿一下那个 mock check 哈，先拿一拿。好，好，我们先让大家戴上这个铜牌啊，先拿花，先拿花，先拿花啊。不用紧，我们就同步进行了，好不好？好，好，伟良也是可以同步进行哈，谢谢。这是荣誉的一刻哦，有我们的羽坛传奇陈文宏大哥，还有节目部经理叶伟良为你们加冕，恭喜 Team May Yan。 虽然说坐要忘冠啊，可是他们的心情还是非常的激昂、真的恭喜 Team May Yan。 来，我们拍一张大合照。那你看 Mac Light 只下过场一次都可以拿银牌了、是真的，还可以共享这一个荣耀啊。那当然呢，其实我们之前已经做了一个非常细致的访问了、可是无论如何，等会我们还是要等我们的副队长秉云好好的去总结一下哈。秉云趁着这个拍照时候想一想哈。好，来，好，将时间给我们的银牌副队长。来，秉云，其实先讲一下，很巧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最后的四强刚好的教练都是拍档，对，比如说我们是秉顺，然后德荣哥是乌柳莹，所以我们晋级，然后王耀新跟丢毅毅然后晋级，这是一个缘分我觉得。然后我觉得我要帮因为梅阳不在嘛，但是其实梅阳非常照顾我们的膳食，是每一次还没有打完他只领先11分，他就说等一下去吃火锅，对，然后对他给钱，对他即便没有在，他也说秉云，等你吃完你再 claim 我，哇！所以我们好玩杯还是友谊第一，对，在第二。当然我们很开心，都认识啊，大家一群朋友啦，谢谢。特别要讲一下，因为像迪克啊、Sean 啊、Nikki 都是教练，所以我们每次去的时候，他们都会给我们很多指导。比如说 Michio 也是很常被迪克操刀很厉害，所以进步神速。Maglite 是我们的综艺担当，有他就有热闹。然后还有 Sabrina， 真的这两天的半决赛跟决赛都表现得很精彩。希望买好玩杯真的给大家好玩之余，就是很好看的比赛。希望卖好玩杯有2.0、3.0、3.0，肯定会。恭喜以后一二三名的时候，我们会那个升那个旗子起来 ，Team Mayan 啊！恭喜我们的银牌，恭喜恭喜，谢谢。好，好，这时候我们就要隆重的欢迎我们麦好玩杯羽球团体赛2022的总冠军，有的是 Team 杰颖。恭喜杰颖，副队长有德廷、Michi、Perry。Angeline、芷晴、Bradley 还有 Siwing， 来来来，是，然后从我们的叶先生手上拿上花，然后还有呢加冕这一个奖牌。哇，我看赵杰英应该回去会哭个3天3夜吧，哦，有金牌又有手花。好，
哇，其实我看到这个比赛来到了这一刻呢，真的很开心啊！因为在过去的一个月呢，我们都不断的在练习，就为了这一天决赛的到来，也精彩的落幕了。好，那当然呢，我们每一位队员相信此时此刻心情都非常激昂。无论如何，等会儿我们还是会给万人所仰慕的赵洁莹啊，就是好好的表达一下 Team 洁莹的得奖感言哦。来，我们先来张大合照。来张大合照，来 Bradley 真。各位记者朋友，洁莹和世荣的绯闻是真的哈？原来他们是羽球上面惺惺相惜啦，就互相指导，互相指导。对。我还是要帮一下他的，不然他私底下又要找我了。好。来，先拍个大合照哈 ，keep 中间，然后看前面。不用紧啦，洁莹现在没有人介意有的啦，偶像也可以谈恋爱的。送出你们的金牌，拿你们的花，开心一点！恭喜 Team 洁莹拿下了麦好玩杯羽球团体赛2022的冠军。冠军。好，我们先让洁莹说一下她的那个此时此刻的心情跟得奖感言哦。其实不知道讲什么。首先我真的是要非常感谢我的队员们。我要一一谢谢他们，就是有吉林啊、塞伟啊、Bradley、子晴，谢谢你们。然后真的也很感谢德廷跟Michi， 讲真的，昨天他们没有在哦，整个场是很安静的。所以你们知道他们的这个欢呼声是有多重要吗？他们不止欢呼声很好，他们也非常认真的跟我们一起练球。还有 Perry， 从一开始就大家都会担心，你球技不懂 O 不 OK？ 可是慢慢的越来越强，越来越强。然后谢谢所有的就是教练们。真的用很多很多的时间来教我们。其实讲真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会担心的，因为毕竟是有奖金的比赛，那会不会讲说大家很认真去看待这个东西，然后会不爽这样。其实我们的队员跟其他组的队员很多时候都在私底下一起练球，所以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个 vibe， 真的希望之后就是可以继续有这样的，可以继续的走下去，对可以继续有2.0，大家一起打羽毛球，在一起，在一起。好，你再一次的恭喜 Team 洁莹成为了我们麦好玩杯羽球团体赛2022的总冠军，所以邀请我们陈文宏大哥颁我们的总冠军的奖杯。好，好，来准备，三，哇，耶！恭喜麦好玩杯羽球团体赛2022大成功。梅艳，铜牌是 Team Yun， 还有我们的电军是 Team Jack Lin。那我要谢谢呢，在线上看着这个直播的朋友们呐、啊，从开始一直支持到我们现在的此时此刻，非常的开心，也要恭喜再次的恭喜 Team 洁莹夺下总冠军。谢谢 Team 洁莹，恭喜，恭喜，也非常感谢我们 Rawo 的代表，有的就是 Mr. Adam， 还有我们节目部经理。叶伟良先生，当然呢，最主要是要感谢我们的陈文宏大哥，我们马来西亚的羽坛传奇之一哦，今天百忙之中抽空过来为我们颁奖。谢谢，谢谢我们的总冠军，来，你们可以先到台下去哈。你们要在台后面 hang out 也是可以的。我们当韩国节目这样子做也是 OK 的。那当然呢，要玩你知麦好玩杯羽球团体赛2022系由 Rawo 为你呈现 ，Rawo Iron Max 大妈独家杀菌隔热膜获 Serum 以及 HGS 品质认证，十年保价，杀菌除臭99.998%，详情可以浏览 rawofirm.com。那当然也辛苦了8位顾问教练、16位的 DJ 选手、16位的艺人选手以及32位的听众选手。谢谢我们的合作伙伴呢 ，WeSmash 担任的每一场赛事的专业技术人员，让比赛可以顺利的进行。还有谢谢我们的 IOI Sports Center 赞助呢选手的这个训练场地和比赛的场地。也要谢谢我们的媒体伙伴，有的是炫的跟进报道哦。还有呢，也要谢谢 Astro Camp Badminton 的学员前来观摩学习。恭喜在电台参加 Coin 的所有听众朋友。那我们相信呢，今天很多羽球发烧友都在看我们的 Facebook Live、SYOK Short Live 还有 YouTube Live 哦。今天大家都非常关注的就是我们有丹麦羽球公开赛，今天晚上呢，傍晚6点开始打，最后一场压轴出场的就有我们马来西亚的代表，有的是李子嘉，所以我们一起支持他，也非常的谢谢透过直播每一场每一个平台在看着的观众听众朋友们，希望我们麦好玩可以继续的得到你们很多的 support， 不用希望，因为我们铁定明年见 ，See you 2.0，耶。
谢谢所有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谢谢观众朋友们，拜拜。再次的谢谢大家，麦好玩杯羽球团体赛2022，非常感动。谢谢文森，谢谢叶伟良，谢谢Emily峰，谢谢玄生，谢谢心妮，谢谢 Alex。好了，谢谢各位，我们的麦好玩杯大成功，我们下次见，拜拜。麦好玩杯。